好，各位同学们，开第十七次的会议，请秘书长读第十六次的会议录。宜兰县议会第十九届第七次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11年5月11日下午20，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议员黄定和议员等32位，列席人员县府民政处处长吴志宏、计划处处长王宪廉等27位，本会秘书长关生科等2位。来宾各报及各电子媒体记者、主席陈如义长汉中，记录陈正聪。主席宣告开议，查报告事项。依主席报告签到议员已达法定人数。奥秘书长宣读第十五次会议事录，依执行事项，民政处及所属机关计划处业务执行及答复括弧书记录列入。执行议员张秋明议员、吴某议员、庄淑如议员、陈龙喜议员、蔡清辉议员，答复人员吴处长志宏、王处长建言、尤所长郑斌。郑科长淑珍、黄科长智黎、尤所长淑芬、李科长智胜、丙其他事项，民政处及所属机关计划处业务执行议员要求办理提供之事项列入，详如附件，并行文宪政的办理。散会，下午3:38以上。好，各位同学没有意见？没有我们就存查。我们现在请教育局的王处长、王处长及吴纳喜的李局长，好，我们请大报告台所有人员。好，我们现在请17号的劳动贸易员、请第一发言，请发言。好，感谢大家主席啊，咱张局长，咱国务处王处长啊，以及咱文化局吼，啊，咱局长各位、科长各位同仁，大家早安。我先就到咱文化局好了吼，文化局咧撞头戏啊。咱的国际同安艺术节伫7月7日到8月14日要开始哦，啊，因疫情的关系啊，我咱是希望讲同安节会当正常来办啊，因为地方期待啊，办同安节会当促进咱宜兰县观光文化啊，加商业发展。我咧在担心嘛，伫担心就是讲，即摆疫情爱伫震荡啊，咱包括甲外国团队啊，因为国际艺术嘛吼，国际艺术表演。外国团队有几队要来，会当来啊？要哪表演？你跟咱做些说明。好，请回答。好，谢谢主席，谢谢议员对同安节的关心呢。我想这是地方的一个大事。那这一次疫情的部分，哈，我想整个筹备工作现在到最后阶段，我们都积极在进行。那现在有几个国家要到台湾来表演？现在在民俗团队跟专业团队的部分，已经大概确认的有大概5到10团，大概5到10团的部分。那后续规划拍摄多点就？拍摄各定性格议员报告的，用即马目前确定的有5团至10团。5团是国外啦？对，哪一个国外？即马我知影有泰国、墨西哥、斯里兰卡，啊，个迄个澳洲的部分，澳洲部分那个确认者。啊，即马因为咱即马就是爱家己讨名单吼，啊，未来咱即马就是爱安排相关的即个防疫相关的配套措施，啊，所以即马陆续甲名单拢确认的吧。我是讲国际同安艺术节真重要了哈。是。即、這个活动伫咱余锡坤前馆长啊，即马刘焕英院长啊，由院长啊，伊做馆长伊的手来创立吧。啊，当讲。在咱台湾，然后在国际上，啊，大家非常称赞俄罗啊，一个活动啊，尤其是啊，登基来，宜兰县啊，引以为傲。宜兰县因为有这同安艺术节啊，上届时啊，捌啊，大概一年啊，这短短暑假中间啊，90几万人啊，来咱宜兰观光啊，对宜兰观光发展啊，非常重要。所以讲，这只期待啊，迄、那个局长哦，你应当爱专心啊。啊，这个工作要来做好，吼、哦，咱乡亲嘛伫期待啊，因为有办这個地方会欢迎、会发展、会闹热，所以这个工作啊，你要注意，要去处理哦。另外，
我是听讲中兴文创，我们要委外经营了。中兴文创，因为委外经营它的对象、它的性质啊，这边我听讲签十年哦，这边签十年。局长哦，这边签十年啊，是不是会伤久啊？因为馆长的任期啊，还有个八个月、七个月，馆长啊，选举啊，都可能都叮当，还是安那？就安那时啊。你这个签十年，你敢有适当？好，回来。好，谢谢主席。感谢议员对中兴文创的关心嘛。当初中兴文创伫去年规划这个委外案的部分，是因为咱的基金的当初的计划哈。中兴文创这个基金当初为了借款的这计划，是对1803年到1812年。啊，所以这个财税局这边有提醒，就是讲包括去年咱伫11月的会议上来，加有关于创世的迄个处分，甲这个中心创意委外的部分，希望会当伫这个1812年基金要结束进程，会当完成啦。所以阵啊，才用这个方式去评估。另外就讲，咱对邀请的对象是对文创园区的经营，也是讲对文创产业有一个核心的产业链。所以咱设定的厂商唔是一般的小的厂商，是较有经验的。所以即届其实即届是用疫情的关系，因为咱领标的其实有3-4间，拢是真大型的文创园区的经营业者，也是即个文创产业这产业链。所以吼，我是感觉讲你这一届要签十年也无适当啦，因为管理的任期啊，佫剩七八个月尔，管理的任期啊选举后届选举上做唔知啊，虽然看法也无同啊吼。所以就这部分，请你要注意啊，哈，是要注意。好，迄个南梁戏剧团哦，南梁戏剧传承咱闽南舞艺啊，这个真重要一个工课。南梁戏剧团啊，伫去年啊疫情的关系啊，影响什么款？你说报告。好，谢谢主席。各议员报告哈。南洋戏剧团伫去年疫情较严重的状况，所以咱一般平均一年超有过去啦吼。伫疫情进前，咱超一年有90场至100场的演出，啊，去年的部分超剩50场，因为疫情的部分。收入嘞，差偌济？收入正常90场一百场几个钱？50场。收入差，去年差200几万。正常就才500万。正常，咱就伊才做到900几万。900几万。对。咱今年吼，但是今年的状况就是讲，咱有最积极去推广馆外的这个部分吼。所以咱今年较当目前演出已经有到超50场。几场？50场。哦，像咱大甲妈啦吼、平湖啦啥，咱拢有去。即摆伫接触的，包括台中的文化局、台南的文化局，咱拢真积极推动。就是讲，咱的收入最主要是馆外的部分的收入会较好。所以咱即摆拢真积极去推动，拢有去接触。今年的状况已经看起来比去年是好真多。即马后壁疫情若稳定的时候，我想今年的表现应该会真好。我是感觉讲戏剧团啊，伊是传承闽南舞艺啊吼，闽南舞艺说真重要一个工作。应讲团长啊，恁爱你身兼咱戏剧团的团长，爱去找门路，让戏剧团来表演，安尼好无？这个工作安尼好无？哎、欸，你慢点卡吼，潘姐，我跟你讲个。好，你啥子？嘿，局长啊，我另外问你哦，完善遗址哦，我会记这些年来哦，咱即下物啊，顶间讲拢放伫咱两博物馆，是毋是咧？即摆咱文山遗址部，咱伫文化局的3楼遐，还佫有一挂迄个研究单位。即摆因为咱即摆已经伫进行吼，咱迄个中心文创家未来有3栋的迄个建筑吼，是要做过迄个汉本甲文山遗址的。啊，佮大溪呢？大溪遐是哩？大溪遐，咱即摆未来就是文山甲汉本遮物件，因为咱有诶即摆是伫大学遐有一挂。一直在研究嘛吼，这物件即摆已经开始拢点收，开始盘点转来，因为咱即摆已经要去申请，甲文化部申请，伫中心文创要去3栋建筑内底要设置即国定遗址的文物储存。好啦，我是感觉讲这物件吼，当当时也用真侪精神啦，完善遗址啊，真欢喜啊，敢若讲去找着宝啊，一直希望讲会当啊，就包括去完善遗址的会馆哦，
啊来电视来展览，但是这些年我看拢点点拢无看，完善意思啊，敢那点点全拢无去安尼。你这个工课你也要注意了，你即款讲要创立中心文创家也可以啦吼，就是讲迄个纪念馆。有，咱即卖已经甲文化部咧申，甲文化部已经提计划去申请这个费用啊。好，哦，你听下，我请教迄个教授王处长，处长，迄个咱教师缺额哦，教师缺额，今年啊，敢若讲要考国中老师考几个？今年？好，大会主席哈，张议长，还有谢谢我们这个刘天文议员哈的提问哈。那我们这个教师甄试哈，今年目前正在规划中了哈。那国中的部分，目前学校有提报的需求哈，大概有25位。好，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还在做相关的一个规划。啊，国小。国小的部分哈，国小的部分是那个79位。79位嘛，对，79位。国中应该23位啊，啊，苏总，不是25位，应该23嘛，23、25。哦，对，23，对不起，23嘛，更正一下，23位了。我资料是23嘛，哈，23。所以讲讲，那个，因为咱即摆无请教老师啊，可能都用代课啊，对，可能用代课这样的嘛，真辛苦啦。啊，代课每年拢爱正式爱课，所以对我希望讲，你要赶紧啦，今年想办法爱考啊好。安尼好无？好，好，因为前几年无考啊，老师无考，可以当较专业，也好好做些工课，安尼好无？好，好，另外，迄、那个明年，你放一下罗东，迄、那个球队哦，来出场，出场，这是咱罗东哦，皮肤跑道啊，开3000几万，连周边设备啦吼，啊，做好啊，提供。啊，即摆足济啊，各中各小，包括高中啊，啊，咱溪南所有真济下，拢伫遮运动。除了下高中、各中各小以外，佫真济咱民间啊，早拢伫遐运动。啊，倒有一个缺点，就是讲伊当你做的时啊，出力你会记无？伊当你做的时落3个月吼，所以造成了吼，伊个考虑啊，皮肤个考虑啊，拢落去啊。底下运动、底下慢跑、底下走的人，吼，底下运动、底下走，啊，这人啊，走到尾啊，皮肤的颗粒啊，拢走你下底入，拢落去啊。伊连落3个月吼，落伤久，你啊看就拢积水，将积水吼。啊，当然，这有甲 A 厂长反映啊，啊，厂长叫来修理啊。迄、那个处长哦、啊，他是保固6年，枪伤6年啊，5年，应该6年吧。您来注意，顶届林创元做馆长时，宜兰场是保固6年，这您来注意啊！偏偏馆长，偏偏宜兰县政府，较早6年，你即摆是来5年，做5年嘛无要紧，你再赶紧处理啊！议员不是我坐的，我讲无要紧，让恁过，别个议员嘛讲啊，积水啊！来过来，明天我们再下一张。你要看啊，运动员咧做新的咧，咧积水。那我们再下一张，啊，这边啊就拢积水啊，我们再倒回来，明天再倒回来，好来一块，这足麻烦的嘞。啊，处长，我想你也真拍表，想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啊。哦，包括当时有人在反对，你嘛讲啊，这爱做，顶头咱争取来，佮拜托尤锡坤啊，咱由院长去斗争取，啊，陈老表、陈友斗争取，争取来，咱来把这个工作做好，想想。即罗东做即乡乡，甲宜兰尾仔阁做一场保修，是工人，是工人。啊，宜兰做做了无问题，罗东做做了积水，即检讨啊。所以讲，即、这个工课要来解释好。哦，因为保固啊，你讲5年嘛好，5年要安怎保固创好啊？即积水防潮毋是办法。哦，罗东诶，迄个罗东电力运动会一直伫遐办，当然啦、啊。啊，有人咧反映讲积水也啊淡，但是咱毋是皮肤跑道，啊，运动个嘛无法度办，运动个嘛无法度办，但毕竟不完美，不完美积水。啊，处长你讲看，你也真是要个这个工课做好，这积水要来改善，要来要求厂商来做好。好，
好，谢谢大会主席哈，张议长，也感谢刘天武议员的提问哈。那有关这个皮肤跑道这个之前，我们接获民众的反应之后，我们就有立刻去做会勘哈。那目前了解的状况应该是这样啊，第一个，他的那个之前的那个在这个这个排水沟这个部分哈，有一些之前有阻塞的地方，他都已经做了清空了，就是已经把它做那个通了了哈，已经改用。用的在最在贵，因为有时候它会有一些阻塞的一些泥沙。那这个目前这个 PU 跑道，我们之前有找厂商去会勘哦。它事实上这个在我们这个下雨之后，它其实大概在四五个小时之内它就会干。那它这个部分基本上它的一个含水的一个状况，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规范里面，它事实上是符合规定的。不过这个就是刚刚议员讲的哈。PU 跑道颗粒的部分，如果说这个要掉了，颗粒掉了，我叫厂商去补了，啊，在保固期内，我们该依合约要求厂商去处理的，我们都会来处理。处长，能不能不要积水了？重点在这里啊。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继续来请厂商来大家来研究看，讲是不是讲可以把这个积水时间搁较缩较短些啊，卖讲安尼，哦，拢卖。会处理哦，啊，用较大精神啊，因为哦。因为顶届拄你施工的中间，足足落三几回吼，是顶头迄、那个边仔迄个护岸土沟拢流落来，是可能也受影响，是啊，因为雨落伤久，伊皮肤甲迄个跑道这个也粘稠啊，粘较袂调啊，是啥？是落去啊。所以讲就这啊，迄、那个处长哦，你讲爱有决心啦，你要有决心，爱做成毅然安尼，啊，袂落去唔走，白白伫运动的人。伊拢会走来走去，会做比较。下起咱场、劳动场伫运动伫走，啊，劳动你也看新的，哦，安尼来落去就无好。啊，依然是尾啊，搁补，哦，因为林庄园馆长是做一遍，咱办区运用，用了即、這个运动场做，换依然场搁做，啊，依然场做，共即个厂商做，来做了无问题。所以，处长你应该要求啊。是，袂当积水啊！我们会依合约哈，来严格要求厂商改善，改善完成。哎，多久能够改善完成？这个部分我们一个月内哈，我们跟议员来做一个回复，好不好？我们好，我们到会勘，马上处理，好不好？好，好，不要积水，这样太难看。好，我再讲，处长哦，你看你用心是要把这做好。是，好，有人反对，咱把这行做好，等做好，美中不足啊，积水。所以我今我无讲，别人嘛讲，是，所以一定要跟你讲。一定要求你要改善了好，好不好？那你就注意哈。好，另外，来，明天我们再下一张。这病毒啊，管理要注意啊，管理啊。病毒内底啊，槟榔破，甲配在内底落。这是新的，咱即摆才改善好尔。这使用的人啊，无公德心嘛。一场啊，那我们就请那你们园区巡守员啊，就加强要劝导，还是要赶快要整理干净了。我上家去用，病毒内底不能破个配内底嘞，哦，这样都不对啦。因为这样无改善，这井啊，病毒五个出两个时啊，这树啊靠乱树绑，这不好。啊，就做好新呢，哇，不能破个喷内底嘞，啊，这个你要改进，马上请你们那个巡守员啊，园区巡守员要加强，去巡逻，巡逻哈。好啦，再来，美丽，我们再下一个。那个这张是篮球场，那个叶厂长你知道，我们现在正在整理啊，哦，就是拢有土沟啊，因雨落久，咱的边坡是拢那个泥土护墙嘛吼，咱边坡是拢土，啊土雨落久啊，土沟流落，所以讲底下运动的人啊，啊惊跌倒会跌倒，啊因为发生过在咱卖店，就是伫观赏那个鲤鱼的囝啊，有人要跌倒。手拔断，所以讲伊也当时提出讲，咱篮球场这所在，因为土沟流得紧啊，啊造成啊，啊感觉足骨咧会拔断。即我甲你反映了，你即摆当地清洗，我是感觉讲，你每一个场所拢爱去注意，吼、哦，卖店囝啊，即摆洗较清清去，因为手拔断去了，你就去注意。即场所你哪去注意？包括迄个走道。做到嘛，真侪啊，有诶囝仔会像青猪啊，所以为着防止咱诶运动公园啊发生意外事故，一场场你这个都要注意啊。哦，你处长，
好、哦，王市长，你这都要注意。好，过来，我们再下一张。这园区内底要那个挖四维路哦，对吧？黄镇港车会经遐一间歪去无？好、哦，待会我们再下一张，再下一张无啊？哦，黄镇港哦，那个处长甲叶厂长甲你报告哦，这黄镇港哦，整好一礼拜弄断剩一支，一排十几支啊。一礼拜剩一支啊，一礼拜剩一支尔，表示讲这个所在啊，先讲交通啊、安全动线有问题啊。一礼拜剩一支啊，啊，我想叶厂长，你这个还是要注意啊，好不好？啊，联络迄个交通号志科啊，即个关于去处理啊，该当爱补爱补去啦。啊，迄、那個、路段啊，是不是啊？啊，那用做交通的迄、那个。特别让他能够知道，开车人知影，啊，咱来注意，唔能够啊弄个外国汽车，啊弄着人咩错？因为运动公园提供它是休闲运动，让人会当真安心嘛，稳啊行，稳啊行，来运动公园啊，会当讲稳啊稳啊，底下运动吼，心情放好。啊，你啊像这安尼车安尼开啊，足危险，吼、哦！伫四合路甲湖山路啊，三车弯就弯这里，伊足危险。所以一直在反映，这部分叶厂长，你讲你当时啊，这個、黄镇港一当来装好，是啊。主席好，谢谢刘议员的关心哦。这个黄镇港在之前跟交通处有会看过一次，他们建议我们这边车速相对比较快、哦、所以就做黄镇港这些来让驾驶人能够减速、哦、能够进入这个弯道内。就是一样撞坏了。那现在撞坏的部分我们已经有做请购，那跟厂商在排期间，那我想应该在会后了解一下，应该一个礼拜内可以再把它补充回来。好。好，请问市长，向大会报告登记花园顺序：17号、33号、2号、1号、18号、14号、16号、22号、4号。3号、21号、11号、20号、30号、23号、13号、6号、26号、25号、31号、34号、27号、12号、29号、9号、15号、19号、5号、10号、28号、7号以上。好，各位同仁有没有登记的？好，没有，我们就这样哈。好，我们现在请33号黄定和议员请发言。好，谢谢张进宏议长啊，秘书长、局处处长啊、议员同仁啊、大家早安，大家好。好，政府机关或是学校或是私立的幼儿园哈、啊，那弄有迄落车啦，车就是要载囡啦。那小朋友要载囡来时阵，那个车辆都有那个年限啦哈。啊，譬如讲有的是八年都要淘汰，有的十年淘汰，有的十二年，甚至有的到15年哦、啊、才会当淘汰。那各机关的这个车辆，那车辆当然是啊、这个年过高，哦啊就淘汰啊，哦啊政府机关就家己买，哦那个没有问题。那私立的幼儿园，那车辆淘汰的时阵，政府有没有补助？那假如是有，啊怎么样补助？比例是多少？那如果是有？那一般的补教业，合法的补教业，他也是一样啊，伊车辆嘛是要过去载人啊，要有没有补助？啊，请回答。好，请回答。大会主席张议长哈，谢谢我们黄议员的提问哈。那有关这个私立的哈补习班哈，有幼儿园的业者，他的交通车呢，政府是有这个40%的一个补助。好，100万等于补助40万。是。好，那是私立幼儿园，对，有补助，是有。好，那补教业呢？补习班的话，目前是没有，欸、是针对幼儿园的部分有。哎、欸，啊，那查下子，拢是私立的啊，电视里讲的啊，平平18岁，大细啊，那查下子，是不是安尼？这个也不合道理啊，拢是私立的，拢是要载囡仔。拢是合法的啊、这个政府立案的合法的场所，啊，为什么
这个有补助，这个无补助。那就是问一个人啊，大家就会觉得，啊，阮在这囡仔都不是囡仔。那这个有没有空间去检讨，来去做争取？我想这个分两个部分回答哈，因为第一个幼儿园的部分，它因为有这个相关的法令的限制，所以幼儿园的接送，它的交通车有严格的规范，所以中央这个部分是有专案的补助。那补习班分两种，一种是客造中心，一种是一般的文理补习班。那一般那个年纪比较大的小朋友都可以自行去补习班，所以一般来说，大部分的补习班是没有交通车的需求。但是这个部分，刚刚议员有提到的这个部分，如果是针对客造中心，就是比较年纪小的小朋友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会来跟中央反映，看能不能未来可以比照私立幼儿园哈，给予这样的一个专款，那我们会来争取。好，谢谢。法令上限制的问题嘛，法令是死的，人是活的啊，法令是人制定的啊，对不对？要怎么样修改符合啊这样的一个带学生的状况，大家修改一下嘛。好不好？是哦，这样子把他大概都一视同仁啊，全部都是照顾小孩子的哈、哦。那今天我们再特别拜托你了哈、哦。哦。啊，那另外中小学运动会，哦，羽毛球赛，羽毛球赛那一场哦，都要拍真久啊哈、哦。啊，体力爱用真多，一天拍十一场哦，迄、那个选手哦，一定是足用的啊，哦，一定赢，拢赢的嘛，赢到尾啊，要拼输赢。拼第一名、第二名，迄个走他拍到十场的啦。哦，好了，那问题来了，为早起八点开始，到下晡五点半，安尼都一天，拍十场啦，拍到第十场时体力不支啦，无法度，太累了，来倒落去，倒落去上病院，救护车来上病院。那上病院两种状况啦，第一种状况，家长甲恁反映，下摆是毋是吼，这么长吼？两天啦，莫一天啦。你哪能敢回答？大姐回答我是唔知道啦。你敢回答讲，那吼无早拍吼，莫拍啦，要有运动家的精神啦。哎呦，大家吼将心比心啦，都是父母心啦，不要给人家冷嘲热讽啦。这第一，那第二个问题，甲病院啊。有去共看无？你们的主办单位，县政府、成功国小、羽球协会，这东西主办单位啊，啊是教练，你去共看一下嘛。好啦，针对这两点，请回应一下。好，谢谢啦。好，谢谢议员的一个提问哈。我想两个部分的一个回应了哈。第一个哈。有关今年的这个羽球锦标赛的这个赛程啊，我们在会后确实有做了一个详实的一个检讨啊。那这个部分，在这次的赛程的安排的过程当中，稍微没有比较紧凑一点。那这个部分未来我们会依照这个我们检讨的一个方向哈，将这个天数拉长，避免这个类似的事情再发生哈。那第二个就是说哈，这个有关同仁的回应的部分，我这个要再了解一下，因为目前为止我所了解。我们这个在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呢主办单位哈，教育处这边跟学校，我们去学校，亲自到家长的家里，家属的家里面哈，两次的关心跟慰问，包含这个小朋友后续的复原的状况，我们都有跟家长保持密切的联系，相关的医疗费用，包含他到医院去的时候，我们都有陪伴跟陪同了哈，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已经就是我们会持续的来关心。那未来就是避免这个情形在发生的部分，我们在这次的一个检讨里面，在赛程的安排的部分，也责成未来承办学校在规划的时候，一定要考量到这个有这种可能会败不复活，那他的场次非常的多的时候，选手的一个休息的时间，避免这个再发生。谢谢啊、懂得检讨的单位，我看以后都会很好了哈、啊。谢谢议员。啊、谢谢了哈、啊。那疫情来袭了哈，拢生活拍乱你，包括学校。赶快停课频繁，马上拍乱去。那拍乱去，问题就出来了。教师居家隔离，他可以采远距离的教学。那学校要指派合作教师来协助。那第一个问题，什么叫合作教师？它的定义是什么？那请说明。好，谢谢大家。
好，大会主席哈，张议长以及黄议员哈，那个我这边简单的说一下哈，合作教师的定义就是，这个是依照教育部的一个规定了哈，就是说假设今天这个老师确诊在家，啊不是确诊在家，对，老师这个因为是居家隔离在家里面，那他但是他可以上课，那学生因为没有被居家隔离，他在学校。那为了使学生的这个受教权啊，就是课程能够顺利的进行，老师在家用电脑跟班上的同学做远距的教学的时候，那学校要指派一位老师协同这个老师来管理班上的秩序，同时确认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跟这个在电脑上面的老师做一个横向的联系。这是教育部规定的，还是我们县政府规定的？这是教育部规定的。教育部规定的。是的，不食人间烟火了。不了解基层呐、啊，为什么？你去问我们一百所的校长，合作老师他要怎么派？一般教师课表都塞得满满的了，他哪有时间再把他抽出来去当合作老师？对不对？那同科的老师，啊，那个老师远距离就得教，啊，同科的在那边干什么？也没有什么效果、啊。而且这是不了解状况嘛，那合作老师最主要就是管秩序嘛，啊，我到尾啊，合作老师要叫上去，不然就是叫教官啦、啊、辅导啦、啊，啊，无就是叫维护安全人员的人底下甲囡仔甲看，安尼尔，哦，这个是一个问题啊。那第二个问题，合作教师可以领钟点费。远距离教学没有，譬如说本土语言的远距离教学老师没有领钟点费那这方面又怎么解释、哦、跟议员报告哈，我们远距教学的老师他如果是在居家上课，他就是他的正常的上班时间，那他也不用请假，也不需要列入这个出缺型，钟点费要可不可以领呢、啊？他本来就有薪水，就是这个钟点费是他的薪水。好，有薪水有领，钟点费就不能领。他的钟点费就包含在他的薪水里面。那为什么合作教师他有领？是因为那个不在他的既定的课表里面，他是额外类似像加班的概念去协助这个的时候。好，那你们落实合作老师真正派去的那什么了？有没有去落实？这个部分我们。是会授权学校来做这个人员的调度、啊、授权给他们，对、啊、他们怎么做你们有没有了解？学校的部分、哦、会有两种状况，我们这个其实是有弹性，就是假设这个部分如果在操作上比较困难、学校可以直接就排带，或者是用调课的方式在防疫假结束之后再补课，这个也可以。所以啊，我听你这样讲啊，你要去查核一下啦，是一百所国小有没有真正的落实这样的政策啦，是好不好？不要流于形式啦，凊彩叫一个大人他看到安全，囡仔乖乖安尼就好啊啦，是，好不好？好。哦、那重点费也要付啦，是。卖好老师安尼教教一个，变你做功德同款的，做功德也是无歹啦。但是有时候，反正该给的就要给啦。哦，好，好，谢谢。那学校通学的环境设施很重要了哈、哦。那那要感谢所有各学校的爱心妈妈志工了哈。哦上下学，让囡仔很安快乐的来上学，安全的回家，这拢真好。那我们教育处有没有去盘点校门口它的安全？比如说交通号志，比如说标线啊，比如说绿红绿灯的秒数，囡仔要过差不多爱十秒还是二十秒，这样的一个盘点的计划有没有？是，谢谢议员哈。每一年我们对于学校的这个交通安全的一个规划，我们都会安排定期的访视。那对于学校的这个交通动线、交通号志的需求跟相关的设备，访视之后如果有需要，是一百所国中小本席刚才讲的这样的问题，是教育处或是督察有没有请学校去做这样的一个计划出来？那你们去检视一下，是哦，安尼行，囡仔有安全无？有没有？这个都是列入到定期访视的一个提供的资料里面。这个学校都每一年都要做，每一年都要做，对啊，都有送到你们这边来。有，好，我举一个例子了哈、哦，上下学的时候，车辆都停在
停伫迄落红线顶悬，那妨害到学生上下学的交通动线，那你们怎么处理？刚刚议员提到这个部分哈，如果是属于特殊情况，像这个就是要立即改善，因为理论上学校的一些学生上下学的动线是不可以随便停放这个车辆。这个的部分，原则上我们就是会有这个临停区来规划给家长接送，或者是要那个学生上下学的时候，如果有需要开车的话，但是非临停区的部分，我们是禁止这个学校的。让你讲到煞吼，谈到煞吼，遐囡仔已经下课啊，煞，不是这样改善啊。囡仔上下课嘛是差不多是半点钟内就拢疏散好啊嘛。啊，伊甲你停伫遐，就半点钟就妨害交通，阻碍视线呐、啊。立即改善不是这样子啊，是，对不对？电话打起来，赶快请交通警察局来，赶快来做处理啊！看到很长的时间，交通警察在现场协助做指挥，还是叫拖吊车马上给他拖掉。有这种情况，我们会。要弄个一个真短时间，紧来排除啊！是，让囡仔在那个绿色通廊上下学的时候安全啊。分析、对，今天跟你执行这个。是就是让学生安全、临机应变、危机处理，就这三个重点。是，我们会把议员的这个建议哈，我们会来做一个宣导跟要求，好，各校能够去落实。好，谢谢哈。那我们六岁以上的孩童，这个戒龄都要是强制入学了哈。那强制入学这个都没有问题了哈，这个是在儿童及少年福利权益保障法都有明文相关规定。的一个通报系统了、那宜兰县通报系统有没有很顺畅？那有没有超过六岁还没有入学的案例？请说明。好，我们宜兰县哈，我们这个各校哈，跟各乡镇市公所，我们都会针对这个强迫入学哈，我们会有一个专案的一个小组来做一个管制了哈。那以目前这个中辍率的部分哈。最新的一个部分来讲，我们是0.0114了哈，这个在全国来讲已经是今年的两个重点了。对，有没有这个案例了？目前掌握到有中辍的部分来讲，国小是一位了，那国中的话大概有九位，那这个部分我们都已经在持续的辅导复学。本席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讲有两个重点了，第一个重点有时候小孩子失踪哈，不晓得你知道吗哈？那发生很多的家庭悲剧了。那第二个重点就是因为这些案例哈，都是高风险的家庭了。那高风险的家庭，站在政府机关的立场啊，一定要更加的多加保护了，因为案例也不多了哈。那保护能力绝对是足够的了哈。那请多注意这样一些问题了哈。好，谢谢哈。那营养午餐出问题哈，那有出问题，那我们县政府的立场就是。加派督学进校去督导，啊，恁家有几个督学？有三个、五个、十个无？一百间学校咧，你有法度派一百个督学去驻进咯？啊，是你要叫一个督学要负责二十间、三十间？哦，这个都是难点啦，哈、哦，这个都是难点。哦，那另外你们要重研考核，那重研考核，我看你们里面网站拉下来的。这些的 SOP， 那还有各学校成立营养午餐的查验小组 SOP， 我这两项给你检视一下，看一下，都非常好 ，OK 啦。但是就是漏掉一点呐、因为食物供应的来源有两个方向啊，第一个方向是厂商供应啊，第二个方向是我们学校的自己营养午餐厨房里面啊、的一个供应啊。那第二个学校自己供应，你写这个 OK， 好、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供应厂商漏掉了、没有 SOP 啊，那我们也在怀疑啊，是供应厂商把营养午餐送到学校出纰漏啊，那这方面怎么解决？跟议员报告一下哈，事实上我们在营养午餐的查核
自从上一次的事件之后，我们有做了一个彻底的检讨。上一次事件什么，我们都听过，我们都知道。那本席现在的重点是供应厂商这样的一个 SOP 或是检验要怎么处理？是，如果是供应，我先跟议员解释一下哈。如果是在食材的部分，生鲜的部分是由农业处来稽查。那食品的部分，卫生局会来稽查，包含中央的厨房的部分。那学校端是由我们来做一个稽查跟查核。好了，那我们现在厂商这方面，你们 SOP 把它做出来了。这个有，好不好？这个有，把它补一下。这个有。那有的话，资料就给本席。好，啊，本席来了解一下。是，好，谢谢哈。啊，总是把营养午餐做好，这个政策很好了，本席全力支持了。谢谢。但是哈，两个了，第一个啊，安全要做好；第二个，现在物价涨价哈。价格要调高了，好不好？哦，啊，不然哈，都无够钱啊，大家啊，唔知咩啦处理，好不好？这个你们会后去检视一下，啊，你们去讨论一下，看看那个营养午餐的价格可不可以提高了，别的县市都有提高了啦。好，谢谢哈。那南洋戏剧团目前的营运状况啊，刚才也有拜听到你的意见了哈。那收入是渐渐的顺畅了哈。啊，这个我们也可喜可贺了哈，啊，感谢你们了哈。那在中央文化部也特别关心了哈，关心南洋戏剧团了。第108年有补助450万，哈，有没有入账？好，谢谢主席。跟议员报告有入账。好，那108年有入账，109年有没有？110年有没有？今年有没有？后续还是这一次而已，只有那一次，只有那一次而已。是，那再下来是你们没有申请吗？我们每后来每一年，其实包括疫情期间，我们都特别有去申请，但是都没有核准。有申请没有核准？对，好了，那无多要自立自强，哦，家己过后啊，不足的地方，我们县政府要多多的把它注入。因为文化传承是每个年代的一个责任跟义务了哈，啊，要把这样的宜兰这个国语了哈，啊，国语这方面的哈，要把它好好的保存了哈。那我们也刚才听到你说在万县市都有去做表演哦，这今后了哈，啊，把它拓散出去哈，和外县市甚至于哈出国哈，啊，这个你们都要有一个规划了哈。那出国经费会比较多。啊，看看县政府要怎么样协助他啊，把我们台湾的国粹搞发扬出去，好不好？好，是谁呢？我们继续由孙汤议会跟陈杰林议员两个联络，要不联络嘛？哦，好，谢谢主席哦。两位处长、局长、各位科长哈、哦，各位同仁。我请教一下处长，那个学校啊，哈，这个个案确诊，那个快筛试剂的这个领取，哈，你们是怎么操作？你们的作业模式是什么？来，请答复。好，主席哈，谢谢杰林议员的一个提问哈。目前的筛剂我们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卫生局会借我，啊，跟卫生局申请。你简单的答复，你就告诉我说怎么领，然后。那以大同乡来讲，是在哪个学校领取？它的数量是多少？那个目前我们这个筛剂的领取呢，我们会透过12区的中心学校啊、哦、来做一个协助。啊，那个数量是多少、哦？那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个校学生人数的比例哦，大概配置这样10% 左右。我的了解，你们是先送500剂过去。对。哦，那当然，陆陆续续会补齐哈，就是说。确诊个案的9宫格，对，还有居家跟照顾，哦，还有实体上课的时候，大同乡的部分是跟大同国中领。对，嗯，那我要问的是说这500剂够不够？跟议员报告哈，因为这个部分哈，就是我们陆续补足，因为教育部也是陆续给我们疫苗。那你们到底哈，快筛剂，就以学校来讲，不包括高中嘛？对，国中小你们到底领了多少剂？你也不知道，目前国中小的部分，处长，这个你去了解，这个很重要啊。16000剂左右，因为现在大家都在争这个试剂嘛。是。那其实我们这个试剂中央都有拨补给地方政府嘛。那尤其是学校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学生的确诊人数是已经高达1600多位了嘛。对。对不对？教职员是200多位嘛。
那所以这个试剂一定要发给这个确诊的这个个案啊，这个一定会，还有相关需要去测的这些人啊。跟议员报告好，我们目前已经领了16000剂了，那陆续跟教育部申请当中。那我们目前的操作方法是这样，就是说多数的学校它是备而不用，但是遇到像已经有确诊个案的学校，假设它的筛剂不够，现在我们会再补送。你们准备的量够不够？目前的量说实在话是在一个 边界了，那我们持续争取中。你们要赶快写这个跟中央争取啊！有持续请中央赶快拨给我们。那个中央已经拨，好比说他拨给某个地方政府几十万的试剂，竟然他们不知道，就是被这个教育单位领走了，竟然这个地方政府还不知道的。你们有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啊，目前没有。好了，要掌握了，是，好不好？好，另外那个再请教你一下哈、哦，刚刚那个连幼儿园都是到中心学校去拿是吧？对。好，幼儿园的部分对。我们目前幼儿园，因为基本上我们这边也可以来我们这边领都可以。对，好，那这个要掌握哈。来，请教你，6到12岁的孩童要打莫德纳嘛？6到11岁。那你们怎么协助？6到11岁，对。我们目前就是跟卫生局配合哈，我们会到校施打。到学校没有错嘛？对对。那你们整个数量跟名册都已经造好了吗？都造好了。那是不是需要家长同意书？要。都拿到了嘛？对。那这个人数要统计好哦。是。哦，那个愿意施打的就赶快给他施打。那是不是一定要家长同意书？一定要。好，那这个你们要去做宣导啊。是。哦。好，另外我请教你哈、哦，刚有听到说我们国小的这个教师缺额，今年不就是说有提报需要甄选的教师的名额是23位嘛？嗯。啊，有没有包括原乡的老师？有。几位？今年有开缺的学校包含了南澳高中、金阳四季、金月跟金月国小的附设幼儿园。总共几位？人数的部分我再稍微了解一下。有没有？大约是6位吧。那这个处长是这样哈、哦，我了解我们原乡的代课老师很多，是，好、哦，将近有30几位。嗯，好、哦。那30几位不是说代课老师不好，是我们要保障他的工作权呐、啊。是，所以学士后的这个教育学分的这个，休息的这样的一个作业，你们有没有去找过这个师范的这个大学或学院来宜兰做合作？那让我们这边的这个代课老师能够修到这样的学分，有没有这样的做法？这个目前我们有在跟中央哈师培师做一些洽谈了。希望能够争取。那你们动作要加快啊。这个还是要大学的部分，还是要能够来做一个。啊，对，所以你们要主动出击嘛。是，会来努力。好不好？那个，因为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开缺是最好嘛。哦，那我们的目标就希望能够让这些代课老师，或者是说流浪老师，哦，能够进到职场里面来嘛。哦，啊，这样子让我们的教育能够更健全呐。啊，当然前置的配套的这个措施就是要请这个台北或者是花莲的学校来这边合作嘛，好不好？看东华大学没有意愿，你们去争取一下，我们来努力、哦、我们来努力。好，那另外请教你一下，那个我们那个中央厨房、哦、去年补助了大同然后5000万嘛，对，你们现在进度是怎么样？目前这个大同国中它是属于扩建了、哦、那进度的部分都是在哦，都在 20% 左右，那我们会在依照教育部给我们的 deadline 来完工。那南澳呢？南澳目前也在动工当中、哦、大概也是预计在今年的9月了、哦、9月到10月左右会完工。那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目前都在努力克服相关的一些问题中啊，会跟学校一起。什么问题？之前的话是受到这个、嗯、天后了哈。不是啦，那个处长，我跟你说哈，大同国中有2个问题很重要，水跟电。哦，水的部分呢，因为大同国中不是自来水的系统，是，不是自来水公司的系统。那现在这个水，因为你知道中央厨房那个水源要很干净啊，对不对？它的水源从哪里来？这你们没有了解过嘛？那现在因为中油在那边找井，那这口井呢，它可以做过滤，可以消毒，可以拿来饮用，但是这一个问题没有在这个计划里面啊。那你们是不是另外要去未雨绸缪，要来补充？
我们另外再来报教育部申请。对，你要去了解啊。第二个电的问题，因为它本身的最高容忍值，当时并没有当时没有考虑到装厨房要建置，所以它的电供应不足，要怎么解决？有没有想过？好啊，那个把原来的规划再来做这个变更一下嘛，好不好？赶快进去了解。好，哦，然后我的了解呢，初步他们认为说，在原规划里面要做调整的话，还不足30万。那这30万你们去的调整嘛，或者是跟中央去洽谈嘛，好不好？好，谢谢议员。哦，这两条代志，你会记得哦。好，我们来处理。水跟电的问题，这个很重要，要把你整个中央厨房盖好了，结果水电没有办法来供应，那很可惜啊。了解。哦，好，另外那个我请教一下哈，哦，在那个深耕基层棒球扎根计划的535万。你们怎么执行？那现在执行进度怎么样？啊，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请科长先？来，科长请。主席，谢谢议员的一个提问。有关深耕基层棒球扎根计划的部分，我们是由学校这边来申请经费补助，那我们再把经费拨给各个有在推动。你的答复千变一律，跟去年、前年、大前年都一模一样。那你告诉我，现在学校报了多少计划？啊，你们报了多少去核定了多少？不要老是等学校计划来，你们要协助他嘛。是，就是目前有在推动棒球的一个学校，我们这边都会。对，你们申请多少上去，然后核定多少，因为你们框535万嘛，你不要到时候又缴回去呀。啊？报多少？每个学校这边都有去做争取。哎呀，你手上没有资料吗？你现在框535万，你现在执行的费用是多少嘛？你申请上去核定多少下来，这个数字是没，这可确定的嘛？啊，没关系啊，你资料再给我。来，我同样的那个科长，原住民学生推动体育运动发展经费225万9500元，你现在执行多少？包院，这个应该是属于那个多元智能的一个经费补助，我这边申请了大概100多万的一个经费，报到中央这边有核定。是你报的是吧？对对，这边有做申请。那不是学校报的吗？学校这边要把计划给我这边做会诊，我这边来提报争取经费。我再重复的讲哈，你们教育处的预算都预先框列嘛，哈，处长你很了解嘛，你这个年度已经开始，现在已经快要步入6月份了，你现在整个计划都还没有报到一半。而且你报的计划，中央未必会全额补助，所以你们进度要赶快加快嘛，好不好？那另外请教你，原住民族语开课经费487万3838元，这个是谁？族语的部分，来，你现在进度怎么样？谢谢议员关心哈，那个110学年第二学期的族语开课经费，其实都已经拨付学校了哈。那今年原住民族语全县有90校开设411班，那经费是跟中央申请补助，487万元哈，中央款是全部都下来了吗？经费全部都下来了吗？对。啊，你的执行力还这么高，那个像这样执行力高的，你们就可以互相去了解一下。来，那个月光天使的那个计划呢，900万。来，现在执行的怎么样？好，月光天使的部分哈，110学年度是补助14校23班，协助310个小朋友哈。那这类的孩子都是学童下课比较无人照顾的孩子，就是类似的课后辅导啦。是。来，现在执行的怎么样？也是都终点费都是在核拨中，就很确实的在执行哈。是。好，那个处长，班班有冷气，现在怎么样？全部都已经可以启动了吗？对，不要到了夏天没有冷气吹。跟议员报告哈，我们这个所有的冷气都已经完工了，那整个电源供应都没问题？没有问题。确定哈？确定。那山上是暖气嘛？对，冷暖气了。好，请坐。那到时候我们再看了哈。没问题。啊，那个南山国小的那个风雨操场啊，那土地都解决了，为什么这个钱，我记得之前有眉目，现在完全没有消息。啊，有没有办法协助南山国小的风雨操场？报告议员，有关南山国小的风雨操场，之前是因为有土地的问题，那这边我有到学校去做现勘，那有建议校长这边来把那个基地的位置去做一个移设，那学校这边有经过内部会议讨论之后，也同意
要来做这样一个办理，那土地问题也初步做最后一个解决。那我这边有收到学校的一个计划书，然后在去年底的时候有转成教育部这边来做一个申请，那目前在教育部在审查中，还没有核定下来。是在国教署还是体育署？在体育署。体育署哈、哦。是。好，请坐。好，谢议员。来，我请教一下那个韩溪神社啊，那个局长，你们现在韩溪神社的那个进度是怎么样啊？有去争取中央的补助为修复吗？来，请说明。好，谢议员的关心了、哦。韩溪神社的部分，现在那个修复再利用的计划已经在结案的阶段了。那我们后面当然这接下去就是马上在争取修复实际需要的工程费用，已经在准备送出去。那有在整理吗？有定期在整理。你现在结案报告出来，我们马上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再转成这个修复工程的部分。对，哎，这个要赶快去争取，让它成为原民第一个重要的一个。是，你们是一个古迹嘛？对不对？是古迹嘛？啊，古迹对。那这个要好好维护啊，要好好修复、啊。没问题，没问题。好，那另外请教你一下，因为我不是一直有在拜托你们说你们要办原住民相关的特展吗？哦，那有没有办过，有没有想过要办原住民的文物特展，古文物特展，然后甚至这个美术方面的、哦、原住民的画家，我记得去年 有拜托你嘛，你去盘点一下，去调查一下原住民画家县内的到底有哪些，然后他的作品可以拿出来做特展的。啊，你都不要不紧的话，那呢，是一直给人拜托，你嘛不是在吵啊。跟袁报告，我们去年的部分其实有办的小小太阳，还有办过那个原民的那个画展，然后也办，今年也办过尤西夫的这个画展，也是从去年到今年都有办。那至于那个文物展的部分，目前我们这边兰博有接到跟这个松华医院那边有一个文物特展的部分，现在正在规划。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们都一直有。那我跟孙汤议员的建议没有什么用啊。不，你所有议员的建议。好了，那个局长这样子哦，那个我建议你哦，因为屏东美术馆在办那个原住民的古墓特展，哦，我看他那个海报做得不错，你看看能不能派谁去，你们去观摩一下，好吧？好，没问题。哦，这个再拜托一下了。是、哦。好，请坐。那个童案节是确定要办是吧？你确定要办吗？来，请到。好，跟谢议员关心童案节。我想童案节的部分，目前文化局这边的规划是在筹备的部分，我们是把到最后阶段把它做好最好的准备。那当然最现场有指示，就是说整个童案节的办理要遵照中央疫情中心它的政策的一个滚动管理。好，你两个选项哈、哦、是要办你就继续筹备，不办哈、哦、如果不办的话，你告诉我你这预算要怎么处理。跟议员报告，这个预算部分，我们在所有童案节相关的标案都有把防疫条款这个部分放进去。也就是说，如果因为疫情的紧迫没有办法办终止的时候，所有相关的活动停下来之后，这些预算我们会办追减。我跟你说哈，是，你不要前面哈，前面看不到成果的，你标案下下几乱火狼，哦啊，这也是企业的规定，那没有话讲。哦，一寡事都是安尼开启的，哦，那当然那个正当性怎么样，那我不过问。但是我要跟你讲，你绝对不可以像去年那样，哦，不办之后呢，要把钱呢送到公里数去做这个统筹，哦，然后呢没有实际照你们原来的计划来办，这最要不得的，哦。那另外那个图书馆中心啊，4亿2767万，你们现在进度怎么样？图书馆的部分，因为去年年底因为配合教育部对我们这个预算保留的要求，所以我们在今年年初有设计那个细设完成之后啊，有上网在2月有招标。那因为最近疫情关原物料跟缺空，为什么要增加？为什么要增加到4亿多？原来的预算，当初抓的预算，后来我们评估那个细设在做的过程里面没有办法继续的下去的原因，是因为当初规划的那个内饰装啊各方面的预算是不够的，所以那时候整个在机设要完成。那你之前规划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专业没有进来？跟叶邦，因为我是到了中间有人突然插一句话说那个该做的，然后你没办法反对，你就让他进来。最重要是还有一块是旧馆的部分，因为那个内政部有来评估，我这旧馆的部分它有那个
疑虑，就是说它的结构有疑虑，所以我们又增加了结构补强的费用，将近5000万。那还有，那你这个之前就要考虑到啊。没有没有，这个之前在之前报告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是没有评估这一块，那这一块是后来才增加的。那你还没有想到的，到了最后你又说再追加那一块，没关系啦，你这个哈是好好的去研究、去了解一下，需要补充的就赶快来补充，好不好？好，不要到时候这个亡羊补牢，什么都来不及了哈。是。另外来请教你一下，同安公园啊，同安公园现在进度怎么样？同安公园目前它的进度是在维管束在同安公园这边的景观。你不要讲维管束啊，维管束那个我很清楚。好，那个景观工程的部分已经在施工。同安公园原来是旧的战车营嘛？是、哦。那你现在原来的建筑，原来它里面的建筑你要怎么处理？那怎么跟这个军事重要的这个连结？哦，把它做连结，然后把这个历史脉络把它铺陈出来。好，谢谢议员关心。那个同安公园的部分，目前在立建的部分有保留6栋的这个旧的建筑，那再加上有三堵的这个防爆墙，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把它保留下来，然后也是向文化部这边申请费用来整修，那会把这个部分的这个留下来。那个、文化部朝中有人呐、啊，哦，你们去尽量争取啊。是。哦，这个要注意哦。是。那另外，中新文创委外的进度，哦，我以前都常讲它的定位是什么，但是你们定位不明了、啊、哈、哦。是。那因为早期是希望能够跟造纸跟林业，哦，能够做连结，啊，但是你的意见很强烈，那产业界的意见都进不来，会不会这个样子？然后让你们闭门造车，啊，最后呢，委外的时候是四不像，会不会这样？包括一说不会。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包括林业这个部分现在其实在文创园区里面的这个文创厂商有关于木工的加工的跟木材有关系跟纸艺有关系的其实目前都有我们也一直都在给他们扶植跟培养好了那个产业界的意见把它纳进来了是好不好来请坐来那个处长我最后请教你一下、哦、大同国中啊、哦、这个民主实验学校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课程的一个发展了、哦那现在要进入到第二阶段的这个精进期、哦、我在想让他从实验国中能够迈入到这个实验中学、哦、希望能够在111学年度、哦、来这个进行那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工作是要成立推动小组来你来说明一下你这个小组要不要赶快成立我希望他能够改制升格为这个学校形态的这个实验中学啊，好，我想这个问题哈、哦，那个议员在之前也有给我们做相关的一个建议了哈、哦。那我觉得这个我们就尽速来成立这个小组，来评估跟规划。好，你现在就要成立哦。哎，我们来成立。哎，好，谢谢。好，主席、处长、还有局长、还有各科室的科长、还有议会同仁，大家早安，哎吼。好，处长，首先我要请教你哈，我想我们下个礼拜哈就要有国中会考了，然后我们又看到这几天我们这边宜兰县的那个确诊数，尤其是我们学校端的这个部分，目前学生的确诊有多少人？老师有多少人？是。主席哈，谢谢议员的提问哈。那到目前为止哈，这个我们的学生的人数，1600多位左右的一个学生了。1600多位，老师呢？大概130左右了。130，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就要会考，对不对？那国三要准备会考的这群人有多少人确诊？目前国三的部分有75位。有75位，那么他们能不能进去考试？确诊会考不会延期吧？确诊的学这个分两个部分哈、啊，确诊的学生是可以补考，那中央教育部这边有针对补考的期程有做相关的规划。那如果不是确诊的学生，你只是居格的部分呢？他可以考，他只要快筛阴性就可以去考。只要快筛阴性就可以去考、哎，所以跟一般的学生一起吗？同一个教室吗？会准备那个第二预备市场。备用市场给他们做一个考试，备用市场跟健康的学生分开，因为你们现在是准考证跟位置都出去了嘛，对不对？对，但是我们这个部分会做一个
那个相关的一个调查跟勾稽，同时我们也会给学生提出这个申请第二预备市场的申请书，这个非常重要哈，这又是再一次哈聚集的一个状况啦，所以不要因为说到时候会考，反而让那些本来居格，我们也很担心有的是阴转阳了哈，反而造成了更多的确诊人数，好不好？好，这个一定要确实的掌握，尤其你刚刚所提的居格的部分，你要用另外一个市场，然后把那个距离也要拉好，对，好，好不好？是每个学校都会做这样的一个。我们八个考场都有这样的规划，考场都有这样规定，全国是一致的。嗯，要真正落实啊，防疫的措施，好不好？啊，再来就是因为有很多哈，我们这次因为确诊人数在学校蛮多的，那也碰到很多的老师，尤其九宫格，加上五月八号哈，那天有一个状况，就是说他们现在拿不到防疫假，因为没有居格单就没有防疫假了，所以他这个到底怎么处理？那个跟议员报告哈，居格单跟防疫假现在是分开的。嗯。哦，居格单是居格单。哦，那防疫的部分基本上来讲，可是要拿到防疫假就必须要有居格单啊。不一定。不一定吗？不一定。你看上次碰到的有一个老师，就五月五号快筛阳性，结果六号就阳性，阳性了，然后 PCR 也是阳性，所以开始居家隔离。他周边的几个比较密切的接触者的老师呢，他现在要拿到那个居格单也没有拿到。跟议员报告一下哈，在五月七号公告五月八号新措施的时候，确实刚开始规划的是比较严格一点。那尤其是像什么国中九宫格这之类的，因为后来基层有非常多的意见，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不断的跟教育部沟通，后来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教育部他有给予弹性啊，也就是说。假设我们这个有确诊者发生的时候，我们在框列这个密集接触者的时候，国高中是用九宫格，那国小是就是整个班嘛，那另外还有包含社团课程，它有另外这个脱口罩15分钟接触的规定，但是呢，在这个框列的范围里面，我们还是有一个授权需要一个弹性，就假设说，如果我们认为了哈，它有可能染疫的疑虑。原则上我们会给学校一个弹性，让他可以放防疫假，不管是老师或学生。但这个东西基本上来讲，它跟这个所谓的居格是脱钩的。居格确实是要比较严谨，因为它涉及到居格单的发放。这个卫生局在做疫调的时候，会比较做严谨的一个调整。这样好了，就是我觉得你们这样的状况，因为有一些老师都会打电话来询问了哈，所以你们要确实的让各校的学校端的这个部分哈，让他们非常的清楚是什么样子的可以拿到居格单跟防疫假，可以吗？可以。好 ，OK， 好，再来，我们上次都看到你们哈，就是针对那个世界阅读日，我们有一个爱阅读的哦，我觉得这个成果是非常好的，从108年的那个。还有109年一乡镇一共读的这个部分，我觉得非常好。但我请教一下那个处长，你在建置这样的图书的设备，还有所有的书籍的时候，有没有把我们原住民的书籍纳在里面？有的。量有多少？是什么样的书籍？最近哈，因为我们原教中心也出版了一整套的这个我们的绘本，那像这个绘本，我们就透过我们这边的一个管道哈，分送给。这个各校来做典藏啊、哦，那个这个部分，我尤其是在原乡的学校哈、哦，我们都会来做这样的一个典藏的一个赠送。好，这就是我很担忧的哈、哦。处长，你刚刚有特别讲到原乡，那没有问题。那都会区的小孩子本来就是没有环境嘛哈、哦，然后假如说又没有书籍的话哈、哦，我觉得要让不同族群的小孩子也要认识文化，越在地哈、哦、越国际嘛。我想你们当初去做这个是主要是要养成自己学习的能力，以及未来也终身学习，因为你们的第二阶段就是要跟那个乡镇市结合嘛哈、哦。那所以我这边要提的。就是我上次有跟那个彭轩主任讨论说，到底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够不够啦？所以你这个绘本照我这样看是绝对不够，那到底你是要给谁？是给学生在学习呢，还是？那个彭轩要讲一下。好，主席，报告议员哈，那我们目前这些书籍哦，就是这次制作的绘本哦，已经都送已经。送到文化局，然后请他们转到各乡镇的读书室。所以各校会发放几本，是以学生数呢，还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制作的是泰雅族跟阿美族，所以就是有他
对接到他的那个。你们这个爱阅读的是属于教育处啊，怎么会跑去文化局？哦，没有，那个我刚刚说的那个是因为要普及啦，所以就是交由那个文化局把书籍放到各乡镇的图书馆。所以他这样的发放的数量是怎么去算？对呀，现在发放的数量够不够？我讲的最主要是够不够，不要只是发放在那边，结果真正没有落实说让我们的学生真的人手一本啊。所以这个数量在未来是不是要重新编列？处长，那个彭轩请坐。我补充一下哈，我们目前现在就是说这个部分哈，我们这个这次那个做了这样的一个绘本的规划，我们之后会来做加印啊，就是增加这个量的部分。好，处长，希望未来的一个这个这么好的绘本可以推广到所有的学校。没错，我们从去年跟今年就发现，就是说我们所有宜兰县的绘本在这几年的成果非常好。我希望并不是说只是摆在图书馆，我希望我们的学生都人手一本。好，然后能够跟家里，就是带回家之后，可以跟家里一起共同分享，好不好？我们会来做这个。所以这个加印的部分要赶快要编列经费。好，好，没有问题哈。好，再来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讨论的哈，因为都会区的原住民的学生哈，只能仰赖每个礼拜在上主语课程，所以变成说他们的学习呢没有办法像部落这样子，也没有像我们的两个原乡这么好。那因为都会区可能不只是我们泰雅族哈。阿美族现在人数也很多啊，再来还有不同族群，有排湾族、布农族，甚至我们的那个泰鲁格族也都在居住在都会区。那如何让每一个族群呢能够在暑假的时候也能够学习？我上一次的会期也特别跟处长讨论过，你们有没有思考过今年的暑假要让几个族群然后有一个像有点像族语学习营啊，或者是返乡部落的这些课程提供给平常没有开课的这些族群。好，谢谢议员关心。那有关于原住民的暑假的活动其实每一年都有办理，我们透过那个本土语推动计划就会有走读原乡山林体验，还有还有一些研习活动来做。科长，我知道，我现在要讲的是平常没有在上主语课程的不同族群的。好，那我们会在这样的活动再加强的。因为我一再提了哈，我想说，本来就宜兰县可能泰雅语呀、泰鲁格语呀、甚至阿美语都有开课，那但是对于有些族群是因为人数不足，然后甚至是没有师资，那是不是要仰赖到暑期的期间呢？我们可以从外县市把这些师资联系进来，然后让他们有机会去上自己的主语。谢谢议员哈。其实这个部分之前去年议员我们在交换这个意见的时候，我觉得很好了哈。那所以我这个部分，但是没有执行啊，处长。没有，因为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但我请他们在做这个规划。好，你们一定要严厉，好不好？哎，我们要尊重多元。对对对对，可以吗？我请他们规划，然后再跟议员做讨论哈。好，处长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特别要讲。我记得我们之前在沟通，就只要每一个学校有开主语课程，我们就是要鼓励学生去考主语认证这件事情。是。然后你那时候也说都发公文到各校学校端的部分，让他们就是说鼓励学生来考认证，对不对？我们一再的要求那个香菱你先请坐哈。向远呢，我们一再的要求，结果到目前为止还是发现就是说学校端没有帮学生去报名主语认证这件事情，你知不知道？没有报名不打紧哦，还有的就是还报错那个族群，甚至呢学校端最后一天报名日才开始报名。那这样的状况，假如说今天你资料不足来不及补件啦，这样是不是我们的学生的那个权利就受损了？尤其是针对已经高年级的学生，这个损失的更严重了。这个我们再了解一下哈。我想这个确实是要保障学生的这个权益了哈。那学校在这个协助的部分啊，应该我觉得这个非常严重啦。之前是因为报名报不足，然后再来就是忘记帮学生报名这个真的是一大缺失。我觉得这个行政疏失很严重哈。你自己再查一下，我待会会应该香远科长应该知道是哪一个学校哈。我觉得这个学校这样子，我觉得态度很重要啦。今天你愿意
愿意协助我们的学生，因为学生不可能主动说我的资料是不齐全的，一定是要有学校端这边去协助，然后去报名，不要到最后结果要准备考试了，也没有跟学生讲说他没有报名成功，结果学生准备结果不能考，这个是不是很离谱？我觉得这个一定要严厉执行，处长可以吗？啊，可以，我们来了解啊。好，处长，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请教你哈，就是说针对我们上一次一直在讨论，就是说南洋原创馆的这个地方，好，你也知道我们上次绘本也在那边做推广嘛哈，好，你既然都愿意把这样子一个绘本在那边做发展，那是不是我上一次跟你提到就是说宜兰县的所有户外教学的时候，你要思考看看是不是让我们的各校在户外教学也可以把点拉到那边，让我们那个南洋原创馆呢也能够让所有学校了解说我们的原住民的不管是食的文化啊，或者衣的文化啊，甚至我们的传统技艺啊，你如何处理？去年我记得刚开幕的时候，我们后来因为也那个来促进这个县内的一个这个校外教学的一个推动哈，我们有把南洋原创馆纳到我们校外教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有吗？有学校去吗？没有嘛。这个 我完全没有看到啊。鼓励各校去哈，那这个部分我想在各校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划里面，各校会去评估他的一个课程。其实要让学生哈，尤其是不同族群的学生，那我们今年会来持续的哈，我们今年会来持续鼓励。那另外我会责成那个原教中心哈，跟这个客发科讨论，就是说像有没有办法透过一些课程的安排，结合户外教育啊，来去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一定要做好不好？参访实习好不好？可以，好，麻烦处长。好，这个一定要确实执行，这个是本席严厉的要求，好吗？好，好，请坐哈。来，文化局 局长，时间因为不多哈，我上次提到也是在我们县长总执行的时候，针对我们宜兰县内的原住民的团体哈，我是有要求要固定编列，现在进度到哪里？固定编列预算。好，谢谢主席，谢谢议员关心这个部分。那其实去年因为那个在十一月那个时候总执行的时候，因为那个部分预算已经编了的，那没有办法。那今年的部分我们来努力，对。那在还没有编列的情况下，怎么处理？现在还没有编列状况下，我大概都有去了解一下过去这一两年的整个补助的状况，都应该有超过。可是我发现哈，是来处长，我们宜兰县内总共有158团去登记立案，对不对？原住民的团体有多少？原住民的团体应该是个位数。个位数吗？其实也蛮多。我希望就是说我们文化局的立场哈，要多去辅导哈，去支持，因为我们的原住民文化是这样子，就是说当然不能说丢到原民所这个地方哦。文化局有这样的一个立场很重要，好，因为宜兰县的文化不只是我们歌仔戏文化，其实最在地真正的文化就是我们原住民文化，假如文化局也不支持的话，我想我们要推广真的是挚爱难行。好，除了要求你固定编列以外，我希望在未来哈，对原住民的这些团体来讲，多给他们机会，多给他们一些舞台来展现。那这次我们的童万姐，你排了多少的团队进来？这是童万姐的部分，现在因为目前都要进行表演的部分，那我们有保留一些费用啊，就是要这个预算要给当在地的，那这个部分原民的团体的部分，所以我希望我们只要有登记立案的这些团队都能够有机会在那边展现，这个部分我们会请科长这边把它规划进去，一定要做好不好？好，好，你们要加油，可以吗？好了，我剩下时间给林立。好，谢谢哈，那个教育处长，我想要请教一下，你麻烦把这个去年度整年度办理这个家庭教育志工培训，总共是去年有几场？教育处长，谢谢议员关心。去年度我们有办理这个新进志工的这个招训，跟每年我们几场？大概八场左右。八场是。去年度110年呢，
我指的是教育志工培训的课程呢。这个资料我是不是待会提供给议员？主任，家庭教育志工，你连几场？报告员，我们这个志工培训是这个七个场次。你刚说八场七次，到底是几场？七场。七场。那全校，那你这本工作报告书是写假的吗？啊？是写假的吗？是在糊弄骗我们所有的议会同仁吗？是不是？这是去年一百一十年的嘞。那你写几场？你自己，这是你的记录哎，你自己写的。回复议员，刚才我回答的这个七个场次是志工招募训练跟志工会议的这个部分。我跟你讲说，志工培训课程总共有几场，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回复议员，这个志工的课程是十个场次。你把去年度啊。我不再说多说啦，其实哦，整个单位哦，稍微用一点心啦，哦，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啦？好了，你把去年度这个教育志工培训的课程，总共几场的明细哈，在会后给本席，那请那个主席列入会议记录。再来那个处长，我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宜兰市的这个槌球场，目前工程是进度到哪里？那个跟议员报告哈，我们目前的那个宜兰县的这个槌球场，配合我们这次这个多功能运动，目前进度到哪里就好了。目前的进度啊，是目前的槌球场已经完成了。完成，对，那完成的位置在哪里？在宜兰运动公园的那个在，来这个厂长是不是回应一下？处长。你也没办法详细说出位置吗？你有没有实际上去勘察？在那个靠近，应该是在靠近火车头那个位置了。啊，您有去过吗？我有去过。那边要花多少钱？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槌球场的一个经费吗？对，中央款这一笔多少钱？大概两百多万。两百多万。是。啊，那你们怎么都斗不起来哈？你讲两百多万，中央款呢？总共核定两百多万。对呀、啊，那中央款多少？大概八成左右，一百多万，一百六十万左右，剩下是由县配的。你不用心呐、啊，哦，你自己再去看一下，哦，整个核对的部分的数字完全不合，哦，再来，我希望你花的这个中央款一百二十八万，你实际上去看这个场地，哦，用一点心，根本很多的。你实质上的能够到现场看一下，能够关心钱花要花在刀口上，这个槌球场建制来得不易，很多人的期待，希望能够把建制的更完善。以上，谢谢。好，谢谢。那休息十分钟。
好，各位同仁请就坐。各位同仁请就坐，我们继续开会。好，那么请相关单位列席报告台。好，那我们继续有十八号谢尚瑞谢议员哦，请谢议员发言。谢谢主席哦。文化局局长哈、哦，教育处处长，各局处的科长哈、哦，大家早安，大家好。哎，你这所在我来请教咱的文化局啊，头顶，这个疫情安滴，安尼。蛮严重的嘛，吼，咱漳州医院900几嘛，啊，前啊1000几嘛，所以讲你即摆这个同源者这个部分哦，你有啥物措施？好，谢谢议员对同源者的关心哈。我想整个同源者的筹备，目前其实重点我们其实很大部分都放在防疫的部分。那现在就是说配合中央疫情中心的这个管制，我想目前的状况就是说。像现在的活动其实每一个地方的活动都继续在进行。那所有演在整个同安节的进场相关的规定，这些东西其实文化部那边或是这个中央疫情中心所颁布的一些规定，我们现在都把它列入过，包括国外团队来住宿的状况，我们也都比以前哈，把他们比如以前4个人住一间，我们现在可能改成2个人住一间。住宿的地方，包括他们饮食的部分。我知道了，那个那是你爱。哎，规划也好啦。我那么意思是讲，现在在预测啦，哦，预测7月是可以脱口罩啦，哦。是，在这里咱办的这个期间哦，你应该要对整个这个整个的人流啊，人啦、啊，是，要做好好的管控。是，大家嘛是真物质啦，即马来讲较白话啦，即马这疫情这两年来哦，会使讲对咱全世界拢是安尼啦。大家嘛，甲你讲要出去外口，佫惊啦吼。啊，有当时啊，会使讲一窝蜂的，哦，啊，即几工啊，就又佫甲你又佫较无人啊。所以咱人还佫是真遵守这个防疫啊、防疫啊吼。大家嘛是惊死啦，讲较白话啦，哦。啊，因为这咱有自主的这个防疫啊，应该会减少一些哦，在医护人员的负担啦。我就讲，你这同源你要有配套，我希望你这个配套要做好，因为后盖人那又封起来要安那，哦，这要做好吼，防疫这部分。啊，过来请教你啦，迄、那个环山遗址哦，那个建筑物已经在那么，底下摆那么久了啦，你到底进度到什么程度？刚才议员对于环山遗址的关心嘛，环山遗址迄个即个建筑的部分啦吼，因为咱一直无法度伫申请了相关的费用去征收的原因，是因为即马即个建筑的所有权是即个福利会，较早你讲迄个福利会，你较早也无法度。我即马已经请专业的即个大师吼，已经调组了开始伫运作啊。咱即马就是紧上，无因为即个物件一定爱甲相关建筑来包括。你接偌久啊？一年差不多一年是好过个。对啊，我怎话你讲吼，就是顶管你当林议会，林议会已经伫咱台湾注销啊，这个部分咱是毋是用特殊咱的专案来去做处理？无你迄、那个你迄个部分吼，无法度解决啦，建筑物落去人来起，就是用林议会落去的，啊，这个团队伫台湾已经无登记啊，已经注销掉呀。无啦，没有登记啦。灵是灵魂的灵啦，吼、哦。医是医生的医啦，吼、哦。会是那个会客的会啦，就是林医会啦，吼、哦。这个单位我头先嘛听无啥有啦，但是我知影要去处理迄块无简单啦。
我一直甲你讲哦，迄个建筑物你若无处理落，我讲你什么拢无法度叮当啊。是。啊，你讲，啊？哦，好啦，这嘛是会使安尼讲啦。也可以啊、哦，那个主席在交代了。这个部分哦，你正经爱用专案来处理啦，你用一般程序没有办法做了啦。在林冲贤的时代就已经在做了啦，噶当嘛是无法度解决啦。所以讲，你这个物件爱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解套啦，好不？好，卖过定了歇底下啦。好，好，你请坐。哦，剩十五分的时间啦，我什么？教育处处长，处长，请问你哦，你对着硬体设备、硬体，你真拍拼。哦，硬体的东西啦，你着学校要创啥要创啥，你真拍拼。在人的管理上，这个你都一点都一丝仔办法嘛无，一丝仔，我不要那跟你讲，你嘛较积极去处理，你知无？你怎么一挂下行啦？校长跟老师，哎，什么先退痛？为人师表啦，老师。幼儿园老师来跟校长，几乎我都可以，卖讲讲得出来了，应该蛮多见的啦。啊，有些甲他们还搁在修改，啊，这唔知什么意思哦。处长，你这对于这块你就没有办法处理啊。所以文这你拢无法度处理嘛。过来，我来请问你。知影这个代志也唔捌，也唔知影。哦，在109年11月9号，罗东国中，哦，这件事情应该，哦，对罗那件事情，你处理到后续如何？你处理到哪？好，主席哈、哦，谢谢议员的提问哦。罗东国中这件事情哈、哦，因为当时也。很多议员关心了哈，那目前这个相关的调查报告都出来之后，我们学校就要求学校依照这个包含政风调查跟我们调查的一个整个一个过程内容，请学校就相关的老师有行政假设疏失的部分要去做考机会的一个这个讨论跟惩处。那这个部分学校啊，他第一次的考机的这个部分，我们有做了一个退还，请他们重新再议。那现在是进入第二次的讨论，好、哦，那目前还在请学校就这方面去做一个讨论当中，好、哦，那我想我对，好，我过来。111年1月20号，复兴国中也发生学生对垒事件，你知影这件代志吗？我知。啊，处理了啊？这个事件呢，学校跟家属这边啊、因为有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家属基本上就是。希望这件事情就是能够平息，所以目前为止这件事情就没有处理。不，这个部分我们是依照尊重家属的意愿处理。好、哦、好好。尊重家长无唔对啦，但是爱去个了解原因啦，是安奈安呢？是安校园会发生这些事情？过来第一个111年，就是今年的1月10号，罗东国中。漂白水事件，这是恶作剧的。恶作剧，恶作剧啊！对，你讲恶作剧就恶作剧了。哦，4月26号，同样又发生这种事情，有没有这件事？这个部分有这件代志无啦？漂白水事件我知道有发生，两件嘞，第二次的发生是不是？这第二次嘛？第一次的发生我知道了，第二次的发生这个你不知道，这个，这是按那什么情形啦？将会12到4月2日差个几个月，两三个月，你们按那做嘛？你怎么去处理啦？学校哈、哦，针对学生的这个所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他有一个学校的校事会议啊、哦，可以去处理，那依照校规去处置，对。学生的行为、哦、都依校规来处理，那请学校通报。这个我想我们都有要求学校要照规矩。你教育处要介入啊？
当然，啊，你出产你啊高啊高，甲呾高甲呾什么情形？你这个越滚越大啦！我都一直甲伊讲啦，做代志要赶紧去处理掉的啦。发生每一件事情，你要赶快处理掉啦！你拢你尾巴在那边干嘛？你拢老母在遐要创啊啦？安、啊、我是甲你骂，还是甲爱你好？你讲，你都留尾巴在那边啊！再来啦！今年的一月啦，罗东国中又发生跳楼啦！啊，是安那拢安尼啦？你心理辅导你唔来，你要小一楼啊，这里是怎么经营嘛？这件你知无？我知。哦，对啊。我有亲自到医院，去探望学生。对呀、啊，啊，你知呀、啊？啊，这代志安那处理？这件事情我们也是尊重家属的意愿去处理。那无唔对啦，你爱去做好啦，一而再，再而三。对着教育这地，我拄仔有甲你学落过啊，啊嘛唔是安那学落啦。事实，在印尼设备你足够清楚的，但是在这方面的处理，你用要用两处理嘛无要紧，但是代志卖生歪，要解决掉伊。人拢提来迄个物件，拢提来讲，议员你小问一下。好了，我先点到这边就好了啦。五节高中体育班的一个学生 S 队的订刀，啊，这啥啦？你知不？这个我知道。你知道？知道。对啊，通报没有问题啊。你嘛去了解原因者，到底是什么情形？恁的智商，恁的迄个心理师智商遐拢伫打？你敢无这个机制？啊，我们有这个机制。对呀、啊，这样去辅导啦，这样不要这样啦。我跟你讲这个部分哦、喔，后边还阁有啦吼。过去你所处理这个啦，过去你处理这些，应该大家你拢知啦，因这提报出来啊，甲你遐。你嘛较果断嘞，你嘛较果断嘞，拢生尾伫遐啊！甲呾，即摆像迄个，你要共答复，像迄个咱罗东国中那个，你不是要有什么答应要甲人创啊？恁的窗口啊，恁窗口甲呾拢无去甲人，落去互一个迄落啊，伊的案件怎么滴，去检察院底啊定情。有必要这样吗？你都要把事情都闹得大，像公正国小那件事情，但又在告，是你告什么意思啦？我看都没啦，这告什么意思你也说，两个在那告来告去，我也是以和为贵，说啊，没啦，但这赢是一张纸，输是民主问题啦。啊，各党无私大办啦、啊，还在搞这个干嘛？这嘛要搁三庭呢，三庭要审，有这样必要吗？人生的抗战，敢有需要安尼吗？你有错在先的人，为什么要这个要咬着不放呢？你们这日人家的家庭就好了嘛，对不？来讲过，过加单，要过底部，钱多，律师一定六万，该停了啦。我一向就说啊，和解掉了这个东西哦，刚发现遐第一审啊，就卖过去追究啊，听拢听袂落。啊！我这个议员讲去讲施压吗？我有施压吗？我还搁听到讲叫人讲解决啦，会使安尼做，莫逆天啦！哦，人一世人也无偌久，啊，行来会路啦，对不对？林林总总啦，哦，我希望。处长，伫遮我有需要甲你提醒的，遮以后
后壁还阁蛮多的啦。我念啊这边吼，念一条嘛是一个案件，念十条嘛是一个案件，你应该要好好的处理啊，好不好？好，因为这么多物件吼，一而再，再而三会发生，咱嘛无愿意发生，嘛无愿意去看到这种场面啦，对不对？啊，东山国中那个事件到现在，你我嘛唔知你处理个什么程度，我那边能处理，我也没有意见啦。但是你要当事者，你要两造双方的当事人，你要让他释怀啊。你这不是老母在遐吗？对不？无个代志人内造，啊后天做了情形啦，大概搁做落。哦，老师也使来做黑函的各方面，啊，礁溪国小你也听过了吧，对不对？礁溪国小也有啊，对不对？嘛是老师甲校长你给啦，哦，有没有？这个人生不是干不干呢？对吧？所以讲啊，这种事情哦，越大的学校，派的几啊派，老师。结合几个派，校长跟家长会如果比较有互动的，这老师就是家长会来跟老师来做对接，这里校长就是代罪羔羊，不是这样吗？你说遴选制度，我根本不相信你遴选制度啦，你掌握的东西，他们可以去扭转嘛。你处长、副处长过来，秘书长，恁这三票，恁会去扭转整个那个吗？你嘛是人工去，嘛是听人啊。这个制度刚好，啊，恁得检讨的打。你掌握这三票，对不对？恁这三票是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校长的效益的名誉。你用这种连这种制度，啊，若甲你巴结好的人，就通去做；啊，若无甲你巴结的人，就拢爱拍入阿鼻地下。不要这样啦！制度说要透明化，无好，咱就爱改。我希望对这地啦，哦，校长的遴选，我们也很清楚。即马拢少年来做校长，啊，你嘛有考评。后壁伫等的嘛一堆，啊，他们怎么样？有的是人才啊，有的调来恁教育处，这拢不是人才吗？你袂使甲当作安尼用啊。他们是好的人才啊，好的校长，恁来甲当作小弟弟呼唤，这无公平啦。好啦，我的时间你注意要少，好，陈建你要少。好，大家好了哈，处长，不好意思，我接着请教您了哈。就这几天，因为有一些家长一直在反映了、就对于这个学生，学生现在这个疫情的情况，导致很多学生都是在学校来确诊的、那尤其是国小的部分，有些国中小的部分，有些都没有打预防针、那所以许多家长非常的担心啊，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很多家长都在建议了，因为我们之前也有那个线上教学嘛，那现在也有家长，今天又传了讯息给我了，这个等一下我在这张再转给我们处长了，他就因应疫情的严峻，为维护学生的健康及受教权了，恳请军府开放实体上课或线上课程择一了，请查照了，这张我相信应该是许多家长目前啊，对于学生去他的孩子去学校受教啊，希望能够是不是可以暂时在疫情严峻的情况之下，能够请教育处有一个选择的方向了、那我也希望说教育处对这个议题应该是要去这个建议了、应该是要去审慎的去研议看看了、避免许多学生因为在学校确诊之后又回去啊，在家里又传染给家里的其他的人，这是第一个建议啊、再来就是那个
文化局的部分哦，处长您坐了哦，这个等一下我再跟会后再跟您讨论。中兴文创园区，听说现在我们第二次就是要委外招标600万嘛哦，那个金额都已经定出来了嘛，中兴文创园区了哦。那我是要建议我们文化局了哦，因为中兴文创基本上贷款的金额还算蛮高的了哦，那个余额还算很多还没缴，那整个利息计算下来，还有我们现在目前投资进去的这些金额，那你租金定了600万，能不能这个收支平衡？对于整个未来，会不会又是我们宜兰县一个财政的一个拖累的一个这个一个园区啦？我希望应该要审慎评估啦。而且中兴文创园区也是我们宜兰县许多民众哦，不管是艺文界还是许多民众，一直期待能够是一个新。好，继续讲。许多民众都期待说，这个中兴文创是一个新的亮点啊。那我也希望说，我们啊文化局这边应该是要积极去规划，看能不能就是我们县政府自己来主导就好了。我们可以去引进其他，做一个不同的一个串接，让整个中兴文创更加的这个，有更多的元素加入，更有看头，然后能有更有强大的这个吸引力。我相信这应该是用这个方式来扰动，让中兴文创能够持续下去，应该会比较好了哈。这个我也希望说文化局这边对这个建议了哈，去思考看看。那对圆山同安公园，我希望应该把握这个时间哦，因为现在第一期的这个工程已经在进行了啦。那我也希望说局长有空应该要去看一下整个园区在进行当中，如果说有需要立即改善的，我们就立即改善，把握时间赶快把整个同安公园建置完成，第二期、第三期的经费到位，让整个这个营运的日期能够如期来展开啦。这个部分两样建议，请我们文化局这边来协助了哈。好，谢谢陈玉平议员。主席、处长哈、局长、各位科长、同仁，大家好。文化局，那个在南方澳现在那个豆腐角那个桃海文化馆啊，哈、景观用得很漂亮，也修缮完毕了。那目前进度，那你们也有要跟教育处这边合并了，哦、就是委外这个部分就确定。委外了嘛，好，那你们目前的进度什么时候可以完工，什么时候可以委外开始，因为现在暑假快到了，好，玩水的季节，来，局长你先讲好了。好，谢谢主席，谢谢议员关心这个南方澳洲文物馆啊。那目前文化局的这个硬体的部分的这个工程已经完成了，那四月份已经进场去做所谓的布展的部分，预计我们在七月份就暑假这个之间，应该在七月部分就可以完成布展。那至于那个委外的部分哈，因为上次在县这个县府小这个团队讨论的结果，因为整个面积来讲是教育处这边比较大了，那个文化局这边比较小，所以才合并成一个案子。因为也不希望说到时候有两个管理单位在那边造成一些管理的落差，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委由教育处这边来统一规划整个委外。那文化局的部分，布展的部分会在七月份完成。那就是说，你们到时候文化局会交给教育处喽？就委外的部分会统一哦。那以后你们就不管，就干脆那没有不管，没有不管。我要跟议座报告，就是说，其实文部长完之后，我们会跟地方的，好、地方的这些这个团队哈，因为未来在整个包括需要导览啊、预约这些相关的部分，我们都会规划，不会说放着就不管。因为文物部长完，还是需要有一些导览跟一些互动的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安排。好。那上次你有讲吼，如果完成了之后，因为这个桃海文化馆吼，对我们南方澳这个观光也是很重要，所以你上次有讲，就是说完成之后也会在地方做一个座谈会，看哪一个社区有意愿来作为志工或是什么社团这样子。是因为这个部分就是到时候我们会安排，然后这个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安排，比如像有团体来要导览预约介绍南方澳这边相关的一些历史文化这些东西，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布展，可以来做这样子的工作。那会后的时候你还是一样把我们告诉我们当地的议员，那我们也可以去有意愿的社团或是志工
啊，来跟你们知道说里面做什么，可以协助你们，这样可以吗？好，好，没问题。好，主席记录一下，可以吗？好，谢谢。好，局长哈，谢谢。那个处长，那个文化国中那个 PU 跑道啊，吼，你目前呢、啊、的进度确定要用400米的，来你讲，简单讲一下好了。好，主席哈，谢谢陈议员提问哦。我们目前就是确定啊，帮学校送400公尺的这个计划给体育署。好，那这部分体育署也在受理审查当中了。对，我们去年在总咨询也跟你讲过，你也很坦荡荡的说，今年度一定会列入这个哦我们的预算里面，所以会让这个跑道去完成。好、哦，这个真的对我们新马地区、苏澳地区的大家运动的地方是真的有帮助啦，因为学校也都跟左右邻居、校长吼、蓝校长也是跟左右邻居都处得很好，这一点尽快啦。好、哦，我们如果需要我们帮忙的话，我们会尽力来帮忙。还有一个就是反转训练中心吼、哦，就6500万到位，对不对？都已经花了，那为什么又让他延期施作？我上次每次在会期跟你讲，很多好天气他都不做，现在又要变更设计。来导致有追加减预算吗？简单讲一下好了。跟议员报告哈，豆腐甲这个帆船训练基地目前也是预计在7月会完工启用了、哦、那我们的工期计算基本上都要由监造这边共同来做评估，合理的我们会延长工期，不合理的我们就不会给予工期。那依约假设逾期该罚款的，我们都会罚款。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并没有因为天候不好，他要求工期延长而给他这样子的展延。他申请使用执照了吗？目前因为目前应该是竣工之后啊、哦，他同步在做这个申请，所以这个部分还在处理当中。他六月底会竣工完成吗？目前但是规划在6月底7月初。哎，好，尽快啊！这个真的暑假不要再拖，这样子当初本来是讲说连4月份使用执照都可以拿得到了。哦，因为我都有在注意，因为我们那边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说。处长真的加快脚步，跟营造厂商吼尽快快点来处理，因为你后面还是有附属工程啊。没有问题，我们有查核小组会定期来督导哈、哦。好，在工作汇报里面有一个叫那个争取教育部吼高中、国小、国中吼操场还有周边设施这个增建工程吼，有13个学校啊、你也真的谢谢你帮忙去争取吼。8723万这个部分如何去分配，内容又是什么，项目是什么，这个会后再给我资料就可以了、哦、主席列入记录一下、啊、好，谢谢主席。那处长啊、我想问你一件，那个探讨一下，就针对南安国中，我刚才那个谢昌辉议员也讲这个好像这个事情性骚扰还是说啊、一些问题哈啊，学校跟老师的问题哈，啊，都会产生这个哈。那针对，据我知道，这样看报道了哈，从2、3月到现在，就是因为网友嘛哈，那个女同学啊，网友来这边讲嘛哈。那因为这个老师哈，目前他主动哈来配合哈调查，他既然已经自己主动配合调查了，那为什么学校有性评会、考机会？还有那个教评会，为什么已经老师已经配合调查了，检调也去那个警察单位还是什么有去配合了，那为什么学校还要性评会透过教评会给他说停权、停止、停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来简单讲一下你的知道的地方。好，谢谢议员提问。我想延续刚刚包含您的提问跟谢议员的提问，学校各种事务的处理它都有一定的流程跟程序啦，有相关的会议要去做处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教育处是本于督导跟协助的原则，在介入的过程中要确保它的程序是完备的。那您刚提到的这个部分应该是这么说，有关老师的停聘、解聘、不续聘，或者是说老师的这个所谓的一个身份权的处理是学校的教评会的权责。那有关您刚提到这个案子，当时学校是基于因为他这个是属于当事人本身，那为了避免在调查的过程当中产生其他的一个
影响的因素，学校它是透过了教评会的一个决议，对这个老师施予暂予停聘这样子的一个决议了。程序上它是符合规定的，好，那这个是在法规上是有授予需要这个权益可以去做这个处理的。好，我想跟您这样说明。那当然，调查完之后要尽速恢复，因为校长已经主动配合，他就是说请假的方式，好，主动配合请假嘛，哈。那为什么学校在性评会的时候要求教评会，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要求教评会说给老师停聘。更奇怪的是，既然有九个委员嘛，哈，教评会有九个委员，哈，那本来是4-4，最后一个关键的票，校长投了停聘他。当初校长也是在外面说啊，我相信老师，老师已经停权了，哦，老师自己请假了，哈，配合调查了，那我们就接受调查。为什么在这个当下，老校当一个校长没有帮忙学校整件事情完整一点，或是说以和就像大家讲的以和为贵，你既然又投了说给他停权，我再问处长。万一，哦，我不知道，等一下我还要问你这个时间点，如果他目前的时候，如果万一他的那个性骚扰不成立，或是说性侵不成立，或是这个师生恋不成立这个部分，那你们会怎么处分这个校长？你校长你还没，人家都已经自己停权配合调查，你还这样当一个校长，你还踢他一把，让整个学校本来是很和谐的一个学校，校评会也是以和为贵，你校长既然投了这个停聘，那是不是到时候如果不成立的话，校长就自己先走人，是要这样吗？处长你觉得呢？有关这个案子的处理，我想刚我也特别有说，程序很重要。那当事人如果我们其实事实上是有让他有未来他有申诉的一个机会了，就是说如果假设这个处分当事人认为有不妥，或者是对他的这个权益有受影响，他是可以提出申诉的。那我也知道说，他也有教，他被停聘也有来你们教育处那个申请申诉，有没有？有。那你们他好像也开了会，你们申诉是怎么一回事？这个的申诉这个会议记录还没有出来哈，那我想我们会依照申诉委员会的一个决议来去做处理了，好。那我要特别提到的意思是说，程序是我们比较重视的。那当然，妥不妥适、适不适当，那这个部分，可能要就整个案子的一个整体状况去做评断。但我们的态度就是依法行政，勿枉勿纵了。老师如果做错事，他应该要承担的责任就要承担。那如果没有，我们也不应该冤枉人家，我们应该要尽速还人家清白。我觉得这整件事情，是对我们宜兰县的教育界处长，你身为一个宜兰县最高的。哦，除了县长之外，你最高的那个教育首长，我觉得要快一点，不要拖，真的拖只会对你们我们宜兰县教育处这边头人，还有学校，还有名誉，真的是很损伤。包括刚才我讲，校长既然第一时间对外说学校已经够烂，这件事情学校已经会更烂，你当一个校长可以这样讲话吗？我们就听给家长这样子讲，听起来很伤心的。我们也是南澳这边毕业的，真的这一点的话，真的这个校长是要把他做远，不是要把他踢一把，好不好？这个在上这个时间的关系哈，我先讲到这边。我也希望说，尽快不要拖，这个问清楚而已。为什么一定要拖到这个工作报告？我上次也有问你，你说这个现在在调查，所以你也不方便讲什么。那我也觉得说，如果报那个会后，如果真的你们报告下来的时候，就再公开，老师有就有，该停聘就停聘，该如果人家没有这样做，你就还人家清白，是，可以吗？可以。哦，我觉得真的不要再拖这种事情哦，很简单，就是有跟没有两种而已，不是吗？对，好不好？真的好，谢谢。好，谢谢。好，处长哈，你先站一下哈，那。刚刚那么多议员在提起有关于包括性侵啊、骚扰啊这些哈，那我看我们的工作报告里边有关于我们友善校园的总体计划，这个就是有在辅导个性平啊，包括生命教育都有。那381万的这个经费，
都用在哪里？感觉没有落实啊，事情还是不断的发生。你说一下。是，友善校园这个经费哈，我们最主要是针对学生辅导哈，以及这个相关的一个职能的一个培训的一个宣导加强的部分。那当然了，学校的事务繁杂，各种的状况啊也很多。那这个效能的部分哈，我们会持续来努力精进。一定要持续的，包括啊，包括性侵的一个多发于13到17岁这个部分呢，真的是要多多的来协助，要落实啦。人真的是不好管，但是处长你有智慧哈，应该喜爱呵呵来改做沟通哈。那另外有关于我们推动中小学数位学习精进方案哈，今年都有追加了1亿5900多万这个部分哈。那我们本预算是多少？那目前追加的部分预计做怎么样的一个计划？目前这个中央的经费的部分哈，我们是中央总共核定1亿5000多万，会依照那个我们跟中央的分摊比例，好，已经在这次的追加里面具体预算的编列。好，那这个专案是搭配就是我们这个班班生生用平板哈，未来啊我们所有的学校这个偏乡的话是每班都会配置每生一个平板，那如果是非偏乡的学校，我们大概是6个班会配置一个班的量，再加上我们宜兰县本来就有5000台的这个平板，好，那未来学生不管是需要线上学习或者是所以也能够因应这段期间，我们疫情期间可以来视讯上课。就是、其实不完全针对疫情，疫情有需要，绝对就是要使用。但是如果老师在课程的发展，因为我们也希望未来老师的教学可以更多元、更活泼，那我们在课堂上也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数位的一个同步的学习。好，谢谢处长，你请坐哈。谢谢。我要请教一下文化局局长哈，您对完善遗址，你的看法，你有用心吗？你感觉这个物件国定遗址有重要吗？好，谢谢议员对完善遗址的关心啊，这个部分当然很重要，所以很重要，是很重要。那我们看我们的整个文化局的工作报告哈，好几十页啊，我们的完善遗址，我只看到的6个字，完善考古遗址，都干那几道理。我们的245页里边，针对完善遗址的部分呢，局长，我觉得3500年前的东西留到现在，要给我们后人，甚至未来的子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题材，一个的生命题材。但是呢，被列为考古遗址之后，今嘛呢，目前的进度是怎么样？扩大指定范围已经扩大了啊，扩大就都上给文化部啊，那都拢无被管了吗？跟议员报告不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个部分因为它是国定遗址，所以主管单位是文化部，那文化局只是这就是说文化部这边委托代管。当然，我们现在在整个环境维护各部分，上次看过之后，我要提起哈，我们四位议员都上去看了，结果没有会议记录，要该怎么整理？也没有一个着落，口头讲了哈，其实呢，一线的真的要去现场看，不是坐在办公室，你办公室那规划边那整理，你用想的跟实际是不一样的，所以局长这个部分，你的看法呢？那个环境维持的部分，除了委托社区的日常的部分以外，最近已经这个发包哈，已经要发包了，就是整个大环境。上次看过那个整理。所以我就是讲啊，你拢在纸上作业啊，你若无去现场，实际上因的需求是啥，你都发包啊。没有，上次也有去议员那边有讨论过，那个部分会做。那再来就是说，上次跟议员报告，就是说后来我们也找了专业的代书，我们现在就针对那个房屋产权的部分。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多久了？我昨天有签到那个房屋产那个代书这边有一些要办相关程序的一些需求，我们现在正在调集相关资料，我们会希望赶快积极把那个产权的部分先赶快落实下来，我们才有办法有依据哈，有相关的费用可以进来做这件事情。那另外其实完善遗址这个部分，我大概跟一周报告就是说，它大概分2段。那现在因为前面包括汉本、包括完善挖出来的东西，大概就像讲3500年前的东西有大概超过200万件。
那现在扩大遗址以后，以后如果说继续再发掘的话，那这个部分可能会更多。扩大遗址后续要不要发掘一回事？那目前是入口处那个私人的土地的部分，你们征收不是说有编了几亿吗？这那目前都没有个着落啊。有这个部分已经上次给跟艺术报告过，就是也送到了文化部，也转了行政院这边。那目前呢？现在就是他们这边的预算如果有编列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那你们有没有追踪？有编列了吗？都目前没有。那目前会在最积极争取，如同我刚才跟艺术报告，就是说这现在这超过200万件的文物，目前在中心文创这边，我们现在是争取一个2亿的预算。至少把这些东西先能够找到安置、展示、教育，然后再连接到完善现在的现址。但目前这个部分已经在这两天，我们在跟文化部那边也在争取这个预算，计划已经都提出去了。计划提了，那今年那你说争取2亿？2亿做那个文物的展示、展示，那个展示点可能是会在中心文创。对，因为那个位置才够大，因为它总共需要3栋的大的建筑，那需要一个特，比如温控、湿控各方面，然后包括还要能够做教育。那有16杨宏明，那个邱议员给我讲讲哦。好，谢谢杨议员。那你说那个展示是一回事了哈，是后续如果说把我们的一些文物好不容易出土的文物嘛，总是要让我们的民众大家来看哈啊，这样的话好出。假设2亿在中心文创我们设好了，那你没有同步的话，你国定遗址那边你的建筑物你没修缮完成，东西你要这边同步展示没法度。那你要展示的话，我们整个的一个园区最重要是那个私人土地的部分啊，一定要征收。你看几年前从我第一届议员到现在十几年了，我们的租金编列还是目前也都有编嘛，是一根在往你那里一滴滴付租金，你如果能够逐年的来征收，现在土地站嘛，拢已经是征收，拢征收啊，啊你这里拢也无得做啊，局长。好，跟议员报告就是说，刚才讲的这个是在中心文创，那未来要连接到现在的，所以我们现在积极处理两件事，当然。目前环境的整理那只是基本必须要做的啦，让大家有一个环境。那至于说那些土地的征收，都在上次有跟议员报告过，就是说送到文化部已经到行政院报准，那个部分他现在就是要另外编列预算2亿多，分三个阶段，包括土地征收，包括整个园区扩大遗址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你们要列入工作报告里面啊，是啊，不是跟他下一个根据文化部委托的我们汉本跟完山考古遗址，我都跟他看了这6字呢，是，对不？局长，真的啦，我们完，你请坐哈。我们完山国定遗址被列为我们国家第9处的一个国定遗址，真正是一个文化的资产。你们文化局常在讲文化要保存啊，这个很好啊，以后也可以连接我们的教育处啊。有一些我们的学生啊，校外教学啊，吼，都是可以来看的啊。这个部分真的啦，我们也被审计处来纠正过吼，这个部分拜托局长一定要更加用心来给我们完善国定遗址，早日的能够包括土地征收也好，包括你说的文物展示都能够早日的定位。好，谢谢杨议员。哎嘞，告处长吼，哎处长，我刚刚讲吼，最近吼。咱中央啊，对这个国高中这个校园吼、防疫这部分啦、防疫假啦，因为国小伊即马有较明确嘛，国小是讲俩啊有丢哦，就会使停课嘛。然后国高中的部分进前有，你5月8号的时阵是讲用九宫格的方式哦，前后左右安尼哦啊九宫格啊，结果俩5月10号俩伊就马上可能人。这种措施一出来，众人骂啊，啊，伊就要改啊嘛。啊，要改啊来讲的话呢，即马说改啊呐，改讲哦，学校家己去认定，哦，啊，即马伫你这吼学校认定，我是感觉会有一个情形啊，是毋是？甲这个代志，甲恁放互校长家己去担责任呢？假设我做校长啊，有后续也是安那，哦，啊，我讲好，唔好，拢我爱担，这个我觉得不好啦。
哦，啊嘛，我嘛无看到教育处，哦，就是处长你有什么讲针对这个国高中的部分，就是上无国中都无拢咱的吧？有针对讲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出来嘛？哦、我也没有看到你有讲说你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就是叫人讲就爱叫中央，啊，叫中央啊，伊就是请学校从宽认定防疫假。而且不要强制要求提供特定证明文件，防疫假也不应该纳入出缺席记录，而且也不扣减学业评量成绩。我感觉这部分，你教育处这你是不是有什么作为啊？还是讲无你等下拄趁这个机会，然后来甲大家讲一下，讲你要安怎做？我是希望有一个统一一个标准比较好，卖哦，即个校长家己虽然爱去担，另外呢。对老师的部分，是不是说我们有怎么考量，也要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有，你像老师安尼，诶，伊嘛无方便的所在，啊，伊是毋是有需要签防疫假？哦，啊，伊也讲碍于学校压力，然后唔敢签啊未？所以这等等吼，我感觉讲爱一个较统一的，而且放宽哦学生的部分，放宽老师的部分。该用线上教学，不利的线上教学。按、照线上教学，看有时候可能也有它一个难度。咱下教主家是咪加编一输啊钱？哦，啊，伊都咧防疫，你叫伊讲要去做这迄个线上教学，可能冇困难，是不是讲学校有编一笔钱，可以哦，请其他的老师来代理，哦，还是讲请这个代理老师、代课老师安尼算结束的来代理这个问题。我刚刚相种种相关规定，教育处这边，我请你现在回答一下，好不好？好，那个谢谢大会主席，谢谢议员的提问哈。第一个哈，我想因为现在疫情的变化很快，所以很多的事情在处理上，他必须得要由学校来这边做处理，才有他的一个及时性哈。那有关这个目前的整个一个停课的标准。中央目前已经取消了之前所定班的一个停课标准，那针对国中哈、九宫格的部分，现在也做了一个放宽。那我们县府的态度是说，我们原则上是照中央，但是如果学校这边在处理上，它可以从宽来框列，那这个部分我们都会来协助。所以说，学校的防疫长以及学校的老师，他认为在框列上，假设因为学生的课程有很多种的一个状况，他也不太可能说。真的九宫格，有的时候要分组教学，所以他如果要框到接近一个班，那也可以。那有些真的没有接触的，他不框，这个我们都尊重学校。那需要给筛剂，这个我们也会协助。哦，这是第一个。对，咱基本上针对第一点，我安尼跟你讲吼，就是，我现在讲我安尼，你没有一个标准。假设基本这班我甲放一半，然后啊，即马老师叫伊上这一半。啊、另外一半就卖上啊，这个也有问题啊。所以说，你有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丢一个可能是较快是偌济呢？啊，丢两个可能就全班啊啦。对，哦，还是怎样？这个我是觉得说你，因为还有后续一些问题啊，你教学上就有问题了。你叫我一半休困，你厝的我都无法度看啊。啊，你要上甲我教，搁叫一个甲我教，线上吗？啊，伊已经迄、那个老师已经有你啊，已经有教另外一半啊，你要怎处理？所以。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很明确哦。因为哈，现在跟议员也不会也跟议员报告哈、现在有很多的状况哈，他可能没办法用一个标准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大家对于要不要停课的看法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在处理上来讲，会从比较实务面的角度去考虑学校的一个需求。那原则上，学校的校长啊团队讨论对嘛？啊，你即马就是讲拢叫校长担就对啊。反正若无好叫议员骂啊，叫地方骂，叫上骂俩。啊，你就是你校长，你来担这只吗？应该是说哈、学校可以依照他的状况因地制宜、但是我们在资源的协助上，跟一些相关处置上的一个处理上，我们都会来尊重学校跟协助学校。好、应该是这么解释。所以学校有任何的困难。有什么问题，我们不会把问题都丢给学校，学校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做横向的联系，我们也会给予相关的指导跟支持啦，应该是这样子。我是觉得个人觉得啦，我本身讲，我认为讲，你应该爱讲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标准，但是细项、细分的地方，哦，这个再商量。譬如说，你可以说啊、有什么是例外，什么是例外，一些等等哈、哦。啊，
还是要有一个标准，可能会比较好吧。我们你这样好像完全就没标准啊。咱进听话拢叫中央，我知影，这个我知道。可是那中央现在目前就是变啊，一日三变啊，大家你变啊，变到下骹嘛听看无啊。跟议员报告哈，我举例了哈，如果学校他的老师他认为当时确诊者在班上，他的接触范围应该要框列的是全班，那全班停课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同意，并不会强制学校一定要框九宫格。我的这个处理的原则是这个样子，但是就是说，因为每个学校的状况真的太多了，所以没有办法说用一个标准去那个处理的时候，我们原则上会跟学校讨论，那同时会尊重学校。我要求你哈，你这个防疫这个部分，咱当你讲的，你就弄一个小组嘛。哦，如果哪个学校有什么状况的话，就是这个小组负责。我刚万买去催这个小组，这个校长他就是要跟这个小组讨论什么的。目前我们有这个小组，哎、啊，你有成立吧？西南西北都有一个咨询的小组专线。那校长有任何的问题，其实很多的校长现在的处理，除了跟小组询问之外，他也会打电话给我。那我原则上，我跟科长，我们都会随时来协助校长解决问题。因为我就感觉讲吼，足乱的啦。正经民众，你讲啊，有当时你横向联系也不是很好啦。说真的，确实这一段时间。为什么？不是跟你聊、喔。对。因为你没有办法，学校家里面来叫伊打。我正经拄到的啦吼。那个公证那个啊，有的学生家长已经带囡仔伫厝的，已经待一礼拜啊。结果一礼拜以后，才收到居隔通知书，叫伊还佫加关，啊，伊唔着加关，佫加关一礼拜以上。所以这些问题造成说。横向联系有时候不是学校的动能，他有办法沟通的啊。这有可能够跟卫生局，看下的卫生局，看下的大家的单位啊。所以我们来讲，他这个部分，他有可能无法度去催嘛，是咱家爱你爱搭起来啊。哎，这个会，其实基本上我们跟卫生局的合作，就是这段时间哈，我们都会。我很肯定卫生局跟你们拢真拍拼。对。只是你们那些横向也好，或是说一些动能也好，我认为讲。你让学校的校长去担，让学校的老师去担，我感觉不合理啦。您做较大，您应该您来去担啦。跟议员报告好，应该不是说叫学校承担了，而是说给学校比较有大的一个决策空间。但是责任的部分，其实基本上教育处会跟学校一起来面对这个疫情的变化。那我也不可否认，最近因为很多的政策中央下来的时候比较这个。急救章哈，所以有一些过渡时期的困扰，那我们也会持续来跟这个各校还有家长做宣导。我问你哈，即卖迄个国中会考，你5月21-22要会考啦。啊，你即卖有讲哦，你若有居家隔离的、居家检疫的，你另外用一个市场。对。哦，啊，那我现在问你，你这个市场有没有专用的厕所、专用的洗手台啦、专用的什么货也无？啊，有没有一个专用的通道？那你现在？啊，我拢同齐行入来，啊，伊行我的边啊。你听我意思哦。所以说，像你们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处理？过来，五爷学生伊嘛惊啊，我当会啊袂啊？啊，你叫伊讲冷气卖开死到热死啊！啊，冷气开，大家拢有可能会影响层面更大、啊。所以它是有很多问题的，而且有一些。我当唔知有对啊，无对我嘛不爱验嘛，对啊，我一定是去一般的嘛，对啊，啊我即嘛验落去有对，伊嘛惊伊确诊以后权力的受损就开啊，他会怕啊，他到时候分一个不好的学校给他，他就完蛋了啊。所以即嘛真侪考生嘛是有一挂忧虑啊，甚至于考生的家长比考生更加烦恼啊，当然啊，哦。对啊，我听到的是讲娘，都反正人啊，卖讲真无爽快，就是照去考就对啊，无咩啊，无人去买给你验啦，哦，考了到要怕死啦，那这个就很多了啊。所以说到时候会不会说又造成疫情的一个扩散？哦，啊，因为买烦恼啊，啊，拄啊我跟你讲了嘛，哎，你也无专用通道，也无专用厕所啊。啊，无叫伊袂使打啊！恁这边啊，迄落。跟议员报告哈。国中会考，我们会有独立的动线，将这个第二预备市场跟一般考生的市场做分开。好，那包含这个厕所的分，我们都会分开。你们当初为什么不规划？
这个学校就是考考迄个，这个会馆就是考迄个，这样不是比较好吗？你们当初好像没有这样规划。我们所有的规划哈，都是跟国教署啊、欸、国中教育会考的小组一起讨论，这是全国一致性的一个规划。对，但是我当时只讲个意思的讲，啊，譬如讲会场是在不同场所、不同的学校，是不是今仔就较无这个问题？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啊，那一间学校，比如讲你要搭一个场所了，卖讲学校，就哪一个场所正经是在确诊，卖讲确诊者也许居格者，他去那边考的，去那边考的，那你就针对这个学校就可以消毒啊，或各方面啊，或是不是他做较好的诶措施对不对？啊，你即马无啊，你嘛干嘛是讲你一间迄个场所啊，并没有分开场所吧？那个跟议员报告哈，因为我们国中会考这么多年，你今嘛来做分开场所有法度？有这个有困难。跟议员报告，让我讲一组，你听我。我懂，像我跟议员解释一下哈，就是不要在同一个国中内底做这个堂会员的话嘛，你就另外过经一间较细间啊，好去加扣的话。跟议员报告哈，我们八个考场的规划会考虑到学生的就近啊，就近性，也就是说他的居家跟他到考场的时间，每个国中都有不同配置的考场。所以我的改工，你当初这个规划就有问题嘛？就应该要把它，应该要把它，就是讲无问题，哦，没有问题了，没有这些居格的，放在一个位嘛，卖讲七个位就好，啊，剩下甲摕一位出来，出来做这就好啊。你也不要巧啊。我跟你说明一下哈，应该是我的意思是说，考场的设计。啊，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啊，我迄个义工啊，要讲啊，义工讲。好好，谢谢议员哈。啊，感谢啊，会议主持人。甲咱历史人员啊，本会同仁大家好吼。要首先要请问咱教育处体健课哈，那个巨星那个河滨那个篮球场现在的情况好像不太顺利哈，请你回答一下，简单扼要。主席，谢谢议员。有关在东山河清水公园判要。增设篮球草皮上要增设篮球场的这个部分，那大声一点，我没听到。哦，感谢之前议员也有来召集相关的会议，然后邀请水资处、然后公旅处还有我们这边来做讨论。那最后决议是由公所这边来提报计划，来去跟体育署争取补助。那目前公所的一个计划，我们也在持续的跟公所来追踪。那希望公所这边尽快的把计划提报给我这边来去做后续的争取。现在哈，我有跟那个公所那边在 check 了哈 ，check 之后，他公所说他们有去立法院啊，去透过民意代表向中央在争取，但是中央说现在没有类似的经费，所以必须要由我们地方自行来筹措。那我想说，是不是我们县政府还有乡公所以及村办公处他们来做相关的协调，来筹措这个经费？你认为可行吗？报告议员，这个部分我们后续再做一个讨论。啊，那我是在会后，我可能会做个协调会，到时候是不是我们有这三个地方来做个协调，由我们我来召集，这样方便吗？谢谢议员的一个协助，谢谢。哦、那就这样子哈，感谢一下。再来就是那个文化局哈，文化局那个中心文创园区舞台的那个噪音的问题啊。民众颇有怨言哈，一直在跟我反映啊，我也跟我们科长以及我们局长这边这个反映，但是迟迟无法解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好，谢谢议员关心那个关于活动的噪音的问题哈。那我想我们也收到很多居民的反应，那这个部分那个隔音门的部分，隔音墙的部分哈，就是舞台后方的隔音墙的部分，我们在最近就会上网招标。那另外一个就是活动的时间管制的部分，未来在活动办理夜间的部分哈，我们大概希望除了符合环保的那个分配要求以外，加装隔音墙。另外一个就是时间的部分，我们希望它九点就可以结束，就不希望造成周边居民在这个环境这个噪音的部分造成他们的困扰。那这个部分，我们这个隔音墙的部分已经有经费，那预计要上网来招标来做这个隔音墙。所以隔音墙这设置的问题，那个经费筹措到了没有？有，筹措到了。对，还有委托设计了吗？
现在这个部分就是委托设计跟这跟是这个工程的部分同一个标，我们希望尽快的速度能够把它处理完。哦，已经有在委托设计。对对对对对。预计的期程多久？我们是希望在下一次，他们就说在这个应该今天五十五，我们希望在这个暑假结束前呢、啊，看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完成。那因为我们下一个那个街头文化艺术节的活动，在户外的活动比较大型的，会在十月份。那我们希望你说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完成？我们希望在那个活动前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在十月份以前、啊、把这个事情完成。你是？设计完成还是把施工完成？整个工程完成。工程完成。工程完成，预计在暑假以前。就是暑假后。暑假后可以完成，对。哦、就是说暑假之后，就是到八月底就预计可以完成。对，我们希望可以在这个时间，我们尽量来加速，对。哦，对啊，要尽快哈，因为是真的是怨声载道哈，我也被人家成绩的很受不了，鬼白呀哦，有啦，常常电话来卡来，哇，我是真烦的。有这我知啊，嘿，是，我拢一定个赶紧来处理，嘿。好，这个部分这麻烦你，我们都会心下，尽早把这个事情做个解决哈。好，以上谢谢。好，谢谢，谢谢。解说，谢谢。那我们剩下有二十号李慧清李议员啊，请李议员来。感谢主席，还有我们的处长、局长、各位科长哈，大家午安，大家好哈。好，首先我先点名一下哈，好像局长还处长，你们的人员都到了吗？都到了吗？备询的人员都到了吗？啊，快筛阳性啊，没有请假，有请假吗？因为我们怎么不知道？我们以为说，因为现在疫情啊，哈，这么紧张，有时候随时人都可能晕倒了，是不是在厕所晕倒了？我们要关心一下、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你们的请假、啊，对不对？哦，好，那没关系，好，我们回归我们的咨询哈、哦。首先我先要感谢我们教育处长了哈、哦，你认真的办学了哈、哦。那今年。国一的一个学生呢、啊，将要入学的学生呢、啊，哈，我们的人数都已经确定了嘛，哈，那好像也不需要再去找学生啊，哈，这么每年好像都会很辛苦，都要再去找新生过来这样子啊，哈，对不对？现在已经有人数都够了哈，那我再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哈，如果我这个学校有65个学生，我今天的新生是65个学生，那我要把它编成几班？处长，你请回答。是，主席，谢谢议员。议员，您指的是小学还是国中？国中，国中。国中是29位学生一班了。对。好，那我65个学生，我要编成几班？29个学生的话，应该是三个班了。对。对。正常是三个班。三个班，对。但是我有听说，你们编成四个班，有没有这样的情形？不太可能，除非他是超。你不要说谎哦，我有资料哦。有哦，谁科长知不知道？起来回答，属实的。来，那个有没有？主席，议员好，谢谢议员关心哈。那议员刚刚有提到这个七年级的学生数，班级数的部分哈，其实我们在最近有核定下去哦，就是考量虎年可能会减班的部分，所以就是维持现场的教学稳定哈，所以已经核定。那您刚刚说的部分，我想应该是有可能有一个学校会有这种情况，不止吧？应该不止只有一个学校，应该还有，好。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好，处长，你好像有话要说，你说。是这个跟议员说明一下哈、就像陈如刚刚议员提到的哈，因为今年是虎年，比较特别、就是说以往我们在核定除了虎年以外，哈，我觉得啊，哈，其实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呐、啊，可能今年也是我们议员的最后一年呐、啊，那是什么原因？你们应该非常清楚啦，哈。我现在要讲的是说哈，其实不是真的是虎年的原因呐、啊，如果你只有一两个学校，那我觉得我可以认同说你是虎年的原因呐、啊，但是有不是虎年的原因呐、啊，好，你看哦，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我一个班，你原本65，你如果65个人，你把它编成四个班，一个班差不多16个人，
但是一般是29个，你少了人家13个人。每个老师都想去，你要找谁去上去带那些班？跟议员报告哈，我们今年这个预合的制度哈，其实各县市的做法也都有类似的做法了哈。那因为虎年的部分，我们是因为为了要稳定教学现场，是某一两个学校我可以认同，但是不是所有避免你不只只有一两个学校，有很多学校是这样子。好，还有没关系，我先讲给你听，你这样资源会浪费多少？我讲给你听，一个班多一个班，我们的老师的编制2.2人，对不对？一个老师年薪好，我平均大约80万，2.2人要用到200万。你今年一核定之后，今年核定3年试用，你看600万，你多一班就要这样子3年下来就要多到600万的金额。我们宜兰县，我们真的是很穷的一个县市哎，那这样子会不会太浪费了？是不是应该把其他这些资源用在我像好像各个局处大家都一直在吵说没钱没钱，可是我从这一些小部分我就看出说哎，你们真的是有一点浪费。跟议员报告好，我跟你解释一下这个其实您误解了，因为明年的部分我们都还是会依照实际的一个学生人数去做班级数的调整，今年是针对新生数先做一个预核。那这个预核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因为超额的部分 让老师在，但是你今年一核定之后，你这一届的学生你就是3年试用了啊。没有，给予这样子的核定是让老师不会因为今年如果他因为学校超额他调到别的学校去之后，他必须3年之后才能够。所以你们就是都是在为老师设想，没有在为我们的现款设想嘛，对不对？不是，主要是跟议员解释一下，就是说那这个的部分是为了避免因为超额的移动而产生教学现场的一个不稳定。那但是到了明年，而且我们这个并不是说让学校有这个班级之后他都聘，我们都是让他先聘代理的老师，不会去增加我们教师的这个什么。没有，我觉得你这样子是不公平。如果你今天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多余的一个经费，师资的一个经费啊，是不是应该用在譬如说学校很认真办学的部分？那可能那个学校一直都是超额的，那他们又办学办得很好，宁愿像这样子的多余的这个钱呢是用在比较认真办学的地方，而不是说、那就是因为虎年啊，这都是你们的谎言啊。那我们这边是没有，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的总班级数是没有那个就是大概是维持到一个整体的班级数的稳定，并没有去增加太多，或者是说去做太多的变动，所以我们其实每一年在学校的整体人事经费上是逐年往下降的。好，再跟你们说明一下。我觉得那也不一定说今年我们从以前，譬如说我们以前是学生多的时候都编制这些钱，那我每年我这个部分教室的部分就一定都要编制这些钱，是不是可以把多余的部分编制到其他的地方也很好啊？为什么要这样子浪费？还有今年为什么会提早核定？以往都是等到新生进来之后你们才去核定班数，那今年怎么会这么早就核定了？就特别跟你议员报告，就是说因为今年是虎年的关系，我们这跟虎年没有关系啦、因为我说核定的班呐、核定呐、对，核定班级预核，让整个学校的班级数提早确定之后，一方面是可以避免，就是给老师安心就对了啦。因为对因为超额的扰动，第二个我们在后续相关师资的一个补充的部分，也会能够提早去计算出我的实际需求跟我要预留的这个代理老师的比例，这都是可以因为这样而提早作业的。好了，我现在要讲的也不要浪费太多时间了。我现在要讲的是说啊，哈，你们呐、哈，真的是要公平啦，然后啊，不要浪费啦，哈，这个部分你们再思考看看呐，能够三个班就三个班呐，不要再多去浪费那个班的一个师资那一个经费啦，好不好？好，这个部分请你们注意一下啦。好，还有那个学校校护啊，我想这一次的疫情啊，学校校护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啦，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防疫人员也很辛苦啦。好，那我想说处长，你有没有想到说，因为我过去也是自己是护理人员啦，那我也知道他们的辛苦啦，那处长有没有想说今天是护士节，有没有给他们一些奖励？给他们一点点惊喜的奖励啦，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啦。
会比较温馨啦，好不好？好，下午给他们一些奖励啦。好，好，那我再请教一下哈，好，处长先坐一下哈。那我再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还是教育处哈，没关系，你先坐哈。有一些竹林国小的一些家长哈，有几位家长哈，到本席的服务处啊哈，去投诉啦，说啊最近应该说一两个月前来了一位主任，哈，那这一位主任呢哈，是从礁溪才刚调过来，哈，他在礁溪好像也没多久就马上调过来了，啊，我不知道，过听到外面的传言是说啊哈，他不是那么的适任。好，然后他的情绪也没有那么的稳定。那现在把他调到学校来，我不知道是什么理由。处长，你会让他到学校来？因为他们担心，因为他们的小孩子才国小生而已，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还没有那么好。结果你们把一个情绪没有那么稳定的人放在那边，会不会影响到小孩子的一个安全性？是不是请处长你这边讲看看？好，谢谢议员哈，我跟你说明一下哈，那这位主任他基本上是属于那个一条边其他的局处的一个调动哈，那这部分跟教育处是没有调动的权利哈，那但是我们有去了解这个个案哈，在目前学校的服务中，因为他是四月一号到学校报到，那在大办公室上班，他的业务基本上跟学生是不会有什么接触。那到目前为止的一个，你在学校里面怎么可能不会有接触？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在学校里的范围，其实都有机会接触。我说明一下，就是因为他的业务性质并不是跟像教训总府这一类的，他是属于就是像财务的部分的一个性质的工作，那他比较不会跟学生有什么太直接接触。这第一个，第二个是这个目前为止需要给我的讯息是上班还算稳定了。那当然这个部分。他是过去都是一直情绪不稳定，这几天稳定，未来不代表一定是稳定，所以我觉得是为了小孩子的安全，我们要事先做一些防范。那今天可能不是你调动的，但是他要来的时候，处长，你有权益保护学生的安全，你应该要去说是不是有更好的，没关系啊，到县府来也没有关系啊，对不对？那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学校？我是觉得说放在学校是比较不妥的啦，这是家长的一个反应，然后要我在今天反映给教育处这边啦，你再三思一下啦。好，小孩子真的他们在那个都还很小啦，好不好？好，不要因为这样子到时候造成不可弥补的一个后果，好不好？好，处长好，那我再请教一下哈，还是你们单位的哈，那个我们两岁以下的。对，幼儿哈，他是两岁以内的是在托婴中心，对不对？要满两足岁之后，二到六岁才可以到幼儿园，好，然后满两岁、满足岁两岁才可以到幼幼班，三足岁到小班，四足岁到中班，五足岁再到大班，对不对？那如果我今天家里有一个小孩子，我是九月三十号出生的，好，那。我要进去公立的幼儿园，是不是都是在蛮前面的？可能七八月，可能就已经开始在招生了，都已经了。那我的年龄，我们家小孩子的年龄还没有到，他就没有办法去报名。但是他到九月三十的时候，他会被踢出托婴中心。那这样子的小孩子怎么办？处长，还是科长要回答。主席好，议员好，谢谢议员关心我们幼儿的一个教保服务的部分哈。那针对刚议员所举例的一个状况来讲，如果像这样的孩子，他在学龄当中，他如果来不及参加我们的一个招生的一个程序，那他当他满足岁的时候，如果他托婴中心这边要离开，他要进到我们的幼儿园，那我们这边可以协助看还有哪些幼儿园。在他的学龄的班级，如果有缺额，我们会可是很难呐、啊。我今天公家机关的幼儿园呐，哈，大家都挤破头了啦，都好不容易能够站了啦，要请你们这边再插进去，其实是真的很难呐、啊。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是说，他大约已经要进去了，他已经在几月九月，譬如说九月一号开学，我是九月三十号到，
我已经有那个资格了。其实你们就应该让他报名，让他到时间到的时候就可以进去。譬如说一学期的前几分之几的时间，他已经年龄到了，他就可以先去报名了。不然未来他们的家长小孩子要放到哪里去？如果是职业，如果是双薪家庭，爸爸妈妈都要上班，那他这样子的延续性真的是就是出了问题了，造成困扰了、啊。有没有想到这样的问题？好、谢谢议员哈，这个我稍微补充一下，我如果我没有记错了哈，托婴中心啊跟这个部分它是有一个弹性的机制，就是说虽然是两岁。但是如果有遇到这种状况，确定吗？延长的一个没关系，对，处长。那另外我们这边也有两岁专班在持续的设置中哈、嗯，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这种状况，他基本上来讲，他不会说完全就是您提到的，就是时间到就被踢出去，嗯，好，不会。好，这个会后如果有什么一些资讯再给本席，好不好？那因为时间有限，我赶快再问一下，就是说哈，关于啊哈，我们现在班班有冷气嘛哈，那开始要开冷气了，对不对？那现在的疫情之下。我们都说要通风，但是呢，我如果今天冷气一开了之后，变成病毒是一直在室内循环，这样子适合吗？有没有想到说有没有其他的配套措施？你这个病毒只要有一个感染，然后又是密闭的一个空间，那我们现在的空调、我们的冷气是室内循环，它没有对外的，像这样子的情形会不会影响到小孩子的安全？这个你们有没有想到？不是说，哎、欸，有冷气很好，一定要开放。但是现在真的是疫情真的非常严峻，这个问题呢？好，跟议员报告哈，这个部分其实教育部在这一次班班有冷气哈，也有特别有个规范，就是说，其实如果为了避免这个状况的发生，我们是可以，我们是要求学校要对角开窗哈的方式，就是说，虽然我开冷气，但是我对角开窗，让空气流通。来降低这个因为室内循环所可能产生这种病毒的一个疑虑了。其实我觉得对角如果只有一点点，还是说真的是不够的啦。因为你一个班人数二十几个，这样子的一个病毒量，如果一直是关的哈，其实是很是那个是浓度会越来越高。所以因为时间有限，我要给林其三议员接下来，所以会后我们再讨论，好不好？好，林哎。迄、那个，我即马讲吼，啊，恁嘛是免打扰啦吼。迄、那个，因为时间嘛无够，迄、那个温暖局吼，咱局长，我是希望讲你甲迄个医师馆吼，啊，医师馆跟那个斗舞者的那个训练中心啦、啊，哦，看当时要启用，啊，要启用的方式到底是安怎？哦，这你则哦，迄、那个新闻和我甲陈一平议员，好不好？哦，这个请列入会议记录。主席，因为这个吼，我等那个馆长总咨询，我要用哦，啊，这个资料。过来就是讲南洋博物馆吼，恁即马营运的状况怎么样？啊，即马主席的这个啊环境这么恶劣，那现在我们要怎么样啊？将目前呐亏损累累吼，啊，佮后边还负担很大，有什么创新的办法？啊，要怎么样来营运来弥补？哦，这个部分呐、啊，我也希望你书面给我。好不好？这个疫情这么严峻，啊，你到底好不好？你把这个啊提供我分析。再来就是恁中心文创吼，啊，中心文创甲演出协一个那叫做咱的表演馆吼，啊，即马目前呐，啊，经营真尔啊严重吼，啊，恁到底要安怎来改革？中心文创有什么新的想法？啊，无一直你也看嘛，迄、那个咱的贷款。哈尼啊重，啊到底是要哪去营运？啊未来是到底要哪去赶紧的来处理这个代志？啊无正经吼，咱可能管府啊，的财政啊，会因为安尼吼会被拖垮。哦啊，这政策还赶紧来看，比如啊，这间公司我怎都袂使咧，我无多人换，啊嘛已经安尼烂下下啊，啊到底是要哪解决？啊看是要宣布破产啊，是要宣布安怎？你总是袂使讲甲伊款的宜兰县政吼，的一个财政啊。拢共甲拖垮掉，伫恁的手内底甲拖垮掉，啊！你即摆主席馆长的手甲拖垮掉，这样也不好啊。怎么样来因应哦未来的一个发展？哦，我是讲这个部分哦，啊，希望讲啊，局长一定要提出一个方案吼。过、哦、来，你讲南澳的这个游客中心啊，即摆放点远，放点远，啊，这是观光局的代志。
我是希望你这边能够提供一个资讯啊，来给他们看要怎么来要求他们真正来落实那边怎么样去使用，不要放那么远啊，放那么远，那是我们地方做不良啊，还浪费这个资源，这个资源。这以上这几点，我是希望文化局你可以实质上提供给本市，好不好？啊，咱的教育处这边吼，头拄仔你讲到这个不适任的老师吼，恁到底要哪去处理，要哪去管控？我是感觉这真重要，这影响到后工哦，这学生吼，诶一个榜样哦，比如因的行为啦、因的道德啦、因的各方面吼，迄是会当作为一个表率、一个模范啊。所以讲，这个部分一定要严格来怎么样来去监控、管控吼，啊才好了。过来就讲恁的代课老师啊，较早。哦，恁甲老师正式的老师，恁共移转调去别个借调，啊，来用这个代课老师换。就是，好，早上到时，休息，下午2点钟准时，好，散会。